坏坏地喎。好 ，Hello， 大家好啊，系 ，Hello， 今日礼拜六晚啊，亦都系长假期嘅第二日啦，系咪啊？系啊，第二日系啦，因为我哋冇长假期啊嘛，所以唔知系放到几时嘅。3月30号礼拜六晚嘅直播吓，大家晚上好啦。我哋就冇得放假嘅，同观众们相依为命噶啦，我哋系啊。咁啊，你哋就系我哋嘅人生啊，系啊，过呢四年都系早啊，相依为命噶啦。所以咧，即系依个即系晏几分钟嗰啲咧，就当俾我哋吓。唔系头先 YouTube kick 我哋啊，系啊 ，kick 咗我哋啊，俾我哋揿直播，系啊。你佢唔系咁就唔系打压嘅，纯粹佢哋啲系统差，咁就神神地啊，神神地咧。好啦，咁我哋而家讲下啲话题先啦，啊，跟住讲完个话题介绍，再慢慢讲啦。首先今天也要讲一下关于这个复活节长假期，就有很多的报道就指到今日即是这几日这两日就有大概是70多万人次就出了境，犀利，跟着入境就都有27万的，加上就100万。当然很多媒体都不知道是不是特登定咩啦，绝对特登啦，吓绝对噶啦，都系绝对特登地咧写到咧100万人次出入境咁样，即系好似写到咧，好似有100万个人出咗境咁样。同埋就特登要贬低香港啦，只要系啦，亦都有媒体咧好夸张噶，写到呢个啊复活节假期香港人大逃亡咁样嘅吓，咁样写。嗱，咁啦，唔好讲咁多，我哋阵间咧，俾啲实质意见嚟到咧，去即系叫做救翻自己嘅嗰、那个旅游业啊，啊，就唔好讲咁多理论啦。我哋阵间咧就由我嚟到去讲呢个咧一啲建议俾政府听吓，啊，即系我哋都成日搞旅游，好明白到咧，其实旅游嘅人嘅心态究竟系想要啲乜嘢啊？同埋咧，即系根据我自己喺内地咁多嘅旅游嘅经验，亦都捉到咧大概内地人中意啲乜嘢，边啲系即系边啲景点咪 hit 佢哋嗰个心态点样咧？啊，我阵间就俾少少意见政府啦吓。咁好啦，仲有嘅就系咧23条嘅成立嗱，而家咧布林肯啊就话到咧嚟紧要制裁，有份去到搞呢个23条嘅相关嘅官员，佢自己咁样讲。咁我哋阵间不如睇睇有啲乜嘢啊？布林肯仲讲咗啲乜啦？吓，睇下佢嗰啲嘢有冇用啦。之后咧就要讲到啊，关于呢个解放军嘅一架无人机无侦七啊，咁咧亦都再度咧嚟到咧喺日本防卫厅嘅摄影底下咧，就见到佢嘅身影。咁今次咧，呢架无侦七咧，睇嚟咧，佢飞得仲高仲远。上次我哋就讲过一次噶啦，啊，日本都捕捉到嘅。但系今次咧，被誉为呢一个啊，中国嘅御用摄影师，日本嘅呢个唔同嘅军种咧，睇嚟佢要面临失业啦。因为今次呢张相影得唔好啊，啊，影得唔差，同过往咧就冇得比，点解影得咁唔好呢？啊，系咪日本退步咗啊？佢嘅摄影技术，定系我哋嘅飞机嘅技术进步咗好多，所以搞到佢影唔得好呢？我哋阵间亦都会讲下呢单嘢。再之后咧，就到呢个菲律宾扬言话唔会屈服，要反制啊中国海警喺南海嘅行动。由小马可斯讲嘅，我哋转头亦都会讲下呢单嘢啦。仲有，就是一些消息的小道消息呢，就有人拍到这个呢轟20，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未来的隐形轟炸机的身影，有人拍到。那看来呢，这幅相这幅相我是 转述的，啊啊，转述某即是微博的相片的，先就不涉及到泄密的，啊，这些时间呢看来呢依家架系轟20嚟噶啦，而且咧同我哋预测到嘅嗰个样咧，系真系都有90几相似，哦。尤其咧佢嗰个能够起降变形嘅尾翼啊，咁咧我哋转头亦都会睇睇呢一个相片嘅。咁另外仲有咧一款叫做直21嘅新型嘅
武装直升机，即系我哋中国嘅武装直升机咧，亦都有一条测试影片俾人影到。但系咧，依一架直二十一咧，喺内地嚟讲咧，好多军迷都表示失望。点解咧？我哋转头亦都会讲下嘅。再之后咧，就轮到一啲争议嘅新闻啦吓，例如咧，加拿大嗰边咧话咧嚟紧要开征一个新嘅税项。就叫落雨税啊，落雨都要收税噶。点解落雨都要收市民税呢？佢有一番解释噶。咁啊，转头亦都会睇下啦。而咁啱咧，喺纽约市嗰度咧，又话要收一样税，叫做塞车税。即系咧，你入去塞车咧，你都要俾税嘅。原来咁啊，我哋转头亦都睇下。系啦，跟住咧就仲有呢一个啊，因为佢哋莫财系啦，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到咧，澳洲有一队女子足球队，咁咧就喺呢一个啊比赛里面大胜啊，就掠夺得当地嘅冠军。咁有咩好讲啊？呢啲咁嘅都唔系新闻嚟嘅。问题就系咧，唔单止佢哋大比数胜出多次，仲有嘅就系咧，佢哋队中咧有六个唔系有五个外援。咁呢五个外援咧，与其话佢外援，不如咧。话到佢咧，就系呢个唔同性别嘅外援，咁样比较好啲嘅。摆到明咧，就有五个男人参赛。咁咧，点解佢哋可以喺呢个女子足球比赛里面咧？你要以啊呢个女子嘅身份嚟到啊参与赛事，然后大胜咧？呢单嘢咧就引起好多即系有份参加呢个球赛嘅真真正正嘅女子足球队嘅成员咧就不满。话好恰佢，亦都令到即系当地好多佢哋嘅亲朋戚友啊、家长们就觉得，喂，你咁样会留下我细蚊嘅一个阴影。其问题就系你哋嘅国家唔系好鼓吹呢啲嘢，话要提倡啊男女不分先至唔会制造阴影嘅咩？而家又话会制造阴影，究竟边犯嘅咧？咁啊，陪大家细数一下，其实呢个澳洲啊、纽西兰啊。喺或者总之系所有亲西方嘅国家咧，喺呢个男男女女不分嘅运动竞技场上面咧，有啲咩现象发生过，而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啊？系啦，跟住咧亦都会讲下呢一个巴尔的摩大桥冧咗个时候咧，咁啊对最多人就会谂起咧，究竟点样赔钱法噶嘛？嗱，而家咧呢个保险业咧，亦都面临巨额索偿啊！自从呢条桥冧咗以后，咁究竟点样赔呢？另外，亦都可以讲翻咧，之前啊，我哋喺广州南沙嗰边，咁咧亦都有差不多嘅事故，但系当然细单好多啦，嗰单就咁好多人咧就会吓拎嚟做比较嘅，因为尤其喺之前咧未有呢单巴尔的摩嘅时间咧，就嗰啲。网友好中意笑噶嘛吓，咁而家梗系收晒声啦。咁样嚟讲咧，其实广州南沙嘅桥喺啊事故出咗之后咧，用咗几多日佢就通翻车咧？嗱，我哋亦都去作一个对比，不如睇睇嚟到啊，对比一下巴尔的摩大桥嗰边啊，究竟佢几时可以通翻车啦？之后咧就轮到咧，我哋今日嘅重要新闻咧就包括到咧。呢个莫迪啊，咁嚟紧就印度大选啦吓，咁莫迪咧亦都推出咗佢嘅一番嘅选举工程啊，而其中咧莫迪咧就顺应潮流啊，正所谓而家系咩年代咧，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年代啊嘛，而莫迪咧亦都大搞 crossover 啊，无人机啊、AI 啊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好新兴啊，好。具有潮流感的一些话题来的。莫迪呢就将这个 AI 和这个无人机呢就结合了落他自己的选举工程里面，就大搞一个呢叫做印度第四次工业革命、民主 AI 化的这个玩法。什么叫 terms 都出晒。是啊，将他全部东西捞埋一碟啊。啊，咩叫做 AI 民主化咧？吓，民主化 AI 啦，或者叫做民主环保 AI 系啦嘅概念咧，都俾佢拎晒出嚟讲。但系咧，好明显，虽然咧佢就将啲嘢炒埋一碟啦，但系其实咧，佢想表达嘅咧就系完全学我哋中国嘅啫。简单啲讲，但系咧
學得嚟咧，即係有啲嘢咧，佢哋就好厚面皮厚住咁講嘅。其實咧，講到無人機，我哋啊真係有真實嘅數據話到俾印度聽啊，有啲嘢咧你學唔嚟嘅。大家嘅人口都係咁多啦，中國同印度係咪先啊？咁我哋轉頭咧，亦都會將嗰啲數據，即係我哋自己擁有嘅數據啊，拎出嚟同呢個所謂嘅啊。AI 民主化、无人机民主化呢啲嘢咧，嚟到话俾佢听，唔好搞咁多啦，你都收得当噶啦。其实咁咧，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就做少少呼吁先。新潮文咧，而家咧就嚟到六月份嘅北疆之旅就正式推出啦。吓咁咧，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听住。今次咧呢一个北疆之旅咧，就系为期12天嘅。而今次的这个北疆之旅呢，亦都是结合了我们上年的经验同埋团友的意见反应呢，来到啊再重新编排一次新的行程来的。咁亦都呢首次加入到考虑团友们的体力啊或者呢眼球的疲劳程度啊，来到去呢作出革新的一个行程来的。咁为期系十二天，就由六月嘅16号就去到六月嘅27号，咁啊为期12日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喺 WhatsApp 过去+852 6828 7447揾潘小姐查询行程同埋报名查询价钱，都可以 WhatsApp 过去嘅。咁呢条影片就未有呢个行程介绍嗰、那个拍摄嘅，我仲拍紧嗰条片。咁啊，我哋嘅你随时插入好庆幸我哋新潮文咧得到呢、這个中国葡萄酒业界里边嘅顶班玉甲呢个西甲酒庄嘅加持同埋支持底下咧，同埋信任底下咧，我哋同呢个西甲酒庄有得深度合作。除咗喺4月9号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合办呢个晚宴之外啊，亦都相信喺香港少有嘅平台能够推广西甲酒庄咧，系我哋其中一个。咁大家相信亦都好难，冇咩点听到其他平台咧有公开嚟到推广呢个西甲酒庄。呢个系佢哋好严谨咁样选择合作嘅伙伴啦，亦都好严谨咁选择边个推广佢哋嘅产品嘅。之所以系咁，大家亦都唔会见得到西甲嘅葡萄酒会喺百货公司啦，见唔到会喺超级市场啦。嚟到去有得售賣嘅，因為佢哋要好嚴謹咁控制佢哋嘅售價同埋銷售渠道咁樣樣，佢哋唔想跌咗入一樣嘢叫減價戰。但即使唔想見跌咗入減價戰，唔想做壞嗰、那個價格都好咧，經我哋新潮文咧就特別許可我哋可以俾折頭啊，我哋啲網友，咁呢個係我哋嘅榮幸。咁经新潮文买西甲葡萄酒嘅话咧，系有好明显嘅折扣嘅，而且亦都有纪念品嚟到赠送添。仲有就是大家光顾西甲葡萄酒的时候咧，经过新潮文亦都入咗个 file， 咁成为我哋嘅有咩消息、有咩活动啊、品酒活动嗰啲，亦都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以上大家见到啲1、2、3号葡萄酒咧，都是喺国际啊，喺柏林嗰边嘅一啲品酒比赛里边，喺去年咧获得超级佳绩，获得大金奖嘅。大金奖就唔系好多个，唔系猪肉奖嚟嘅。就俾我哋中国数咗三个，嗱呢三支酒咧就绝对系有佢嘅出位之处。呢三支酒同时亦都系去年法国总统马卡龙嚟中国做外访嘅时候咧，嚟到去作为迎宾啊国宴之用。虽知道法国呢个国家咧，除咗嘴刁之外咧，亦都啊好串噶嘛，个鼻哥生喺额头嗰度，所以佢哋会觉得啊，佢哋全世界最有品味嘅。而我哋中國除咗有我哋嘅 Chinese food 喺國宴度招待佢之外咧，亦都用我哋嘅中國寧夏葡萄酒佳釀嚟到招待法國總統馬卡龍，所以過得到佢哋嘅舌頭咧，就即係絕對係優質嘅產品。左右兩支第二、第三號咧，就係當日國宴嗰陣時候佢飲嘅紅白嘅葡萄酒。咁啊，新年前我哋卖1、2号啦，3号白酒就冇卖啦，因为嗰阵时候天气冻啦，同埋新年唔好卖白色嘢啦。
咁而家咧，大家可以啊嚟到去选购咯。我寻日做节目啊，忍唔住斟咗杯俾大俾自己饮啊，唔系俾大家饮啊。不过大家亦想饮嘅话，可以买三号嗰只 N28 Chardonnay， 系 Chardonnay 葡萄嘅葡萄酒嚟嘅。咁啊，二号咧就系、是、Cabernet Ganache 蛇龙珠，我哋中国研发嘅一只葡萄。而一号咧就系、是、藤上藤，系我哋2017年嘅产品，精心打造嘅一只作为国礼之用。在法国总统马卡龙咧离开中国之前，我哋送俾佢带翻法国好好收藏嘅一支极品佳酿嚟，系呢个西甲葡萄酒酒庄里边嘅顶级产品。咁啊，中间嗰支咧想提下大家咧，藤上藤已经买少见少噶啦，因为咧经过我哋新年前同新年后一轮嘅扫货，同埋我最近话俾大家听就嚟冇噶啦。有个网友一入就三箱，我吓到我三支定三箱啊，三箱。因为价钱亦都几贵嘅，价值原价吓1699一支，咁当然啦，帮衬新潮经新潮文买咧系会有折嘅，佢又入咗三箱，一箱就六支，所以就买少见少，所以需要咧做节目提大家咧就快啲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而另一样咧就系呢个龙礼盒啊，就系龙年特别版。龙年的特别版就是对我们中国文化来讲就比较特别，对我来讲也比较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生肖。龙年礼盒呢也都在香港这边就所剩无几的了。它特别之处呢就是除了蓝色那支呢就是国宴之用的那支葡萄酒啦，另一支紫色那支呢其实不是凑数，不是等闲的，那支也都是被法国总统马卡龙品尝过，而且亦都攞咗奖，系中国葡萄蛇龙珠 Cabernet Ganache 同法国葡萄 Cabernet Sauvignon 一起合酿嘅一支酒嚟嘅，象征住中法共建互利，亦都攞咗奖啦，系啦，唔系有意义就得嘅，要真系有实力。龙年礼盒嘅包装亦都特别靓，咁所以咧就亦都买少见少噶啦，呢个龙年可以送礼啦，可以自用。有兴趣的朋友咧就联络 WhatsApp， 一定要文字记录 WhatsApp 6803-16333 6803-16333联络我，咁然之后我就会喺 WhatsApp 度同大家沟通啊、订货啊、送货啊咁样。所以藤上藤同埋龙礼盒就真系剩翻好少啫。嗱呢两日咧，重点有好多网友亦都重点扫呢两样嘢。咁啊，而家系礼拜六就，所以讲讲个当年今日先啦。今日嘅当年今日咧，就要讲下一单咧喺我哋香港发生嘅事情。咁啊，系呢个殖民地时期嘅事情嚟嘅。咁啊，不过讲呢单案件之前咧，我想提一提一个名人讲过嘅一句说话。嗰句说话咧就出自边个名人嘅口咧？就系董建华董伯伯。嗯，因为当年咧，董伯伯接受访问嘅时候啊，董伯伯系我哋回归嘅第一任嘅特首嚟噶嘛。咁佢喺回应人哋嗰个提问，佢又讲到，其实我哋香港嘅嗰个成功就并非系外国恩赐嘅。我觉得呢句说话好有意思嘅。啊，咁点样有意思法咧？咁啊，开始讲我哋今日呢个当年今日嘅事情啦。咁啊，要数到去咧，1990年嘅3月30号。咁喺嗰阵时咧，我哋嘅机场仲未搬去未搬去赤角嘅，仲喺启德嘅。啊！啟德機場是98年才搬的，是啊。咁啊，嗰個年代咧，嗰一日啊，有一個人咧就被外國遣返翻嚟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咧係一個鬼頭仔嚟嘅，叫做胡禮達。啊，聽佢個譯音咧，好似係好中國人咁樣啦，姓胡啊咁樣嘅，唔係嘅，都係好似阿彭定康嗰啲咁樣譯法嚟嘅啫，即係只不過係想啊顯示一下好親中啊咁樣喺個譯音上面，其實佢係一個鬼頭仔嚟嘅。咁呢個鬼頭仔係咩人咧？係當其時嗰個殖民年代，我哋香港政府嘅律政署啊，即係現今嘅律政司啦嘅一個副檢控專員，即係可以講到係嗰啲主控官嚟噶啦。
咁呢个鬼头仔系个形容词定系即系鬼佬咁嘅意思咧？鬼头，鬼头鬼佬，鬼佬咯。哦，因为鬼头仔，我新形容得生动少少啫，叫佢做鬼头仔，因为佢都好鬼下嘅。又有二五仔啊，吓边缘人啦、啊，金手指之称啊嘛。唔系嗰啲咩二五嗰啲意思，就同阿同阿田少嗰啲嗰冇关嘅。哦，系纯粹系贪嘅啫呢个。系啦，咁啊当其时咧。都算叫做啊，那個我哋香港啊喺法律系統入面叫做咧係貪嗰啲污啦，實講唔講我覺得嘅，都講得嘅，係即係貪污嚟講咧，係算叫做咧算係好高嘅一個高官嚟嘅啦。咁啊，發生喺咧1989年嘅時候，係廉署去查呢件事嘅。咁佢第二屆翻嚟嗰日咧，就係、是、當年今日啦。咁但係喺佢第二屆之前咧，其實大半年前咧，廉署就已經開始查緊佢嘅啦。咁仲成立咗一個代號，嗰、那個代號咧好以色列嘅，好中東嘅，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嗰個行動代號啊，咁就由當年咧 ICAC 即係廉政公署啊，一個 行動處嘅處長阿老 Sir 阿盧賓去到主理嘅。咁 可想而知啦，咁呢單案件咧用到行動處嘅處長去到 in charge 嘅話，都係政府一單好重視嘅案件嚟噶。咁佢係點樣去到貪嘅咧？大概咧，佢犯嘅罪就係貪污啦。咁貪污佢係收受乜嘢錢咧？就係收一啲律師嘅錢。咁佢收咗嗰啲錢，佢係做啲乜嘢咧？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個職務啊，就係做檢控官啊嘛。咁自然而然咧，就人哋去到賄賂佢嘅時候，就想佢喺某啲案件上面咧改嗰啲檢控嘅控罪，或者咧啊，而家哦假設啊有個人咁樣上到庭啦，咁啊本身咧律政司要同佢去落 charge 噶嘛，要控告佢一啲罪噶嘛，主控官將嗰個控告佢嘅罪名變輕，或者明明咧你係立住嗰啲開山架山啊，去到剁人嘅，可能咧就變咗咧條控罪咧就係嗰啲普通嘅攞住架山啊，就不至於去到老謀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就令到咧賄賂佢嗰啲人嘅當事人咧就可以咧得到一個輕判，大概就係咁樣啦。利用佢自己嘅職務去到攢財啊，咁啊攢咗大概幾多咧？咁啊查佢嗰單案件入面咧。就牽涉係兩個律師，咁大概夾埋咧，當年嘅嗰個水紙啊，1200万噶涉案。哦，嚇、啊，九七年，唔係九七年，嚇、啊，90年，90年，哦，咁啊好多喎、啊，989年去到呢個90年嗰個年代，100万買一層樓啦，嗰陣時到大概。啊，咁嗰個年代我哋仲係好細個，我都係聽我老豆講翻啫。係啊，唔知道，真係唔知道一層樓要賣幾錢啊。係啊，以我嗰時住開嗰間為例，就100万咯。嗱，如果可以咁樣嘅，我哋有網友咧，如果嗰個年代買過樓嘅話咧，都可以提一提嗰啲數字出嚟俾我哋以供參考，即係例如。嗱，講開地產嘅通常都會講下啊杏花村啊，或者啊太古城啊，或者美孚新村呢啲嘅。我嗰個乜城咁樣嘅嗰個叫做三個字嘅啫。啊，你嗰個係藍田嗰個啊嘛。係啦，大概幾錢啊？可以作為參考嘅。咁其實咧，佢呢個故事入面咧，除咗佢係貪咗呢啲錢，利用咗職務之外咧，哇！都好傳奇噶，佢嗰個逃跑路線啊，嗱，絕對咧就唔俾嗰啲皇人咧係信息噶，因為佢係可以講到咧係聞風先遁嘅。嗱，呢條友好醒嘅，佢知道廉署要查佢，佢個老家咧就紐西蘭嚟嘅。咁紐西蘭咧，佢係知道廉署查嘅時候，一早就已經喂 call 定紐西蘭嗰邊，就叫啲銀行喂，如果任何人咧嚟查我嘅時候咧，嗱，你未得我同意咧，就唔可以將我嘅私人資料咧就話俾人哋知噶，如果唔係侵犯私隱噶，咁所以咧，當廉署嘅人員調查員去到紐西蘭去查佢嗰啲銀行啊嗰啲帳户嘅時候咧，其實銀行方面咧係唔配合噶，咁啊，迫於無奈就去守佢屋企啦。咁因為由於咧紐西蘭都係同英國有好深厚嘅關係，係嘛？咁所以咧，咁嗰陣時亦都可以咧，廉政嘅調查人員啦，去到佢紐西蘭嘅屋企嘅時候，可以入到佢屋企嗰度嚟到搜證嘅。嗯，咁搜證咧，其實呢個胡禮達啊，佢爸爸媽媽就已經一早咧收到佢通知噶啦。喂，爸爸媽媽，有人嚟查我啊！你將我嗰啲關事嘅嘢全部燒曬佢啦，咁樣。
咁已經咧將嗰啲 bank statement 啊全部燒曬噶啦，拎去後花園燒噶啦。係啦，冇錯啦。誒，但係天網恢恢就疏而不漏，亦都咧係體驗咗我哋中國香港人嘅嗰個鍥而不捨嘅努力啊！因為當其時咧，大隊親自去到紐西蘭，去到守呢個胡禮達屋企嘅人，就係呢單案件嘅最高指揮官，就係阿魯 Sir 魯賓啊！咁佢咧就喺阿胡禮達個爸爸媽媽個房裏面嘅一個櫃桶，揾到一張僅存嘅支票存根，上面咧係寫咗間空殼公司嘅名嘅。咁啊，藉此呢個咁嘅線索咧，就可以查到哦，原來當其時咧，佢有啲莊款咧就經由呢間公司啊，由即第二個地方、第三個地方就係新加坡作為嗰個中轉站，就傳落去胡媽媽個户口嗰度。系啊，咁啊，当其时佢操纵紧嘅嗰个呢、這个公司咧，香港公司嘅资产咧，都高达600多万嘅。咁相信佢唔只系一个户口嚟到处理呢啲唔干净嘅钱嘅。咁所以咧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廉署嘅人员去到纽西兰办案，亦都系有收获，即时咧就翻香港谂住咧，去拘捕呢、這个。胡禮達啦，其實佢本身已經被廉署係拘捕咗，只不過咧冇搜緊證咯。係啦，佢係搜緊證嘅階段，佢咧就保釋期間，係有得保釋啊嘛。即係好似好多黃人都係保釋嘅時候先至嚟逃跑噶嘛。咁胡禮達咧就收到風啦。咦，廉署話要向我發呢個通緝令，有曬證據喎，係啊。咁所以咧，佢就開始咧密謀逃走啦。咁當其時咧，除咗跟他有聯絡的除了那兩個都是即是給錢他洗的律師之外，他其實他在律師界很多客戶的，其中有個客戶律師呢就身兼多職，亦都是一名輔警。那些黃人經常說黑警黑警，這個輔警就黑警了，殖民地年代這個他本身平時是一個律師，但是呢搖身一變就會變成一個輔警的，就是放假的日子即不做律師就做警察，那他就幫助胡禮達去逃跑的。咁啊，逃跑嘅路线系点样咧？咁佢醒过好多黄人嘅。佢首先咧就喺长洲去做宾客，入咗去长洲，跟住咧再喺长洲就乘搭嗰啲渔船啊，就唔系嗰啲阿长毛王提供嗰啲大飞，乘搭啲渔船，咁咧就去咗梳打浮先，逃咗走去梳打浮先，跟住再去到梳打浮嘅时候咧，再转其他嘅船只。就去到大灣區的其中一個城市，最東面的城市惠州，即是陳小春的故鄉。咁佢諗住一去冇回頭啊，定係離開梳打浮嗰陣時候，企喺個船上面就冇收到手錶嘅，就望住梳打浮話：我一定會翻嚟嘅。咁應該冇咁啊，因為當其時嗰套西片未出，I'll be bad 嗰套未出，唔係唐片嚟嘅，劉德華嚟，新歌傳奇嘅叫。咁啊，佢係冇嘅。咁佢去惠州咧，亦都唔係佢嘅終點嚟嘅。佢喺惠州之後咧，去咗惠州就再喺惠州上去呢個廣州。咁廣州因為有國際機場啊嘛，佢始終係一個鬼頭仔嚟噶嘛。咁佢要翻去佢家鄉，要翻去外國噶嘛。咁啊喺惠州系飛唔到噶嘛，咁啊去到呢個廣州嘅白雲機場嗰度咧，就嚟到飛嘅。最諷刺係乜嘢咧？佢當其時啊買機票，去到上機咧，佢係用假護照嘅。佢假護照咧個樣咧就係佢自己嚟嘅，即係佢係個洋人咁嘅樣。但個名咧竟然係一個中國人嘅名嚟嘅，叫張永健。咁流。係啊，跟住仲要唔係張偉健啊？唔係張偉健，係張永健。仲要上到機之後咧，嗰趟飛機咧就唔係直接好似現時咁多航班噶嘛？你知內地咁要經香港嚟到轉機，又翻翻嚟，又翻翻嚟啟德機場，去到轉機先至咧係逃跑咗去第二度嘅。哦，都走到。係啊，咁啊走咗去菲律賓。咁啊，走咗去菲律賓，匿藏咗3个月。咁後來啦，咁啊，菲律賓政府可能咧就受到即係英國政府嗰方面嘅壓力啦，啲外交嘅壓力啦。喂，有個港英政府嘅啊，都算叫做高官啦，係嘛？律政司署嗰個副檢控官喎，係係嘛？都算係高官啦。咁咧就菲律賓方面咧就話要啊
我唔接受佢喺度啦，咁我大解佢出境啦，咁啊send 翻去香港啦，咁样押解翻嚟香港受审啦，咁样跟住先至咧叫做可以将佢摆翻捉翻过嚟我哋香港，先至有喺启德机场拘捕佢嘅嗰一幕嘅啫。咁翻到嚟咧，其实呢个人都好好彩嘅，阿胡礼达咧，佢当其时啊被判咗八年嘅嗰个入狱，八年入狱。并且要将他非法获得的1200万就归还给这个港英政府的。那他说八年在90年代来到港呢，照计我们不计那个什么假期啊那些啦，正常计你起码都 去到97、98年即是回归那么上下啦。但是不是，他提早呢，当时港督赖克康提早呢就批准他去减刑一年。咁啊，变咗咧，仲要扣埋啲假期啊嗰啲咧，其实佢啊94年就已经可以出册啦。佢啲同袍嚟噶嘛？系啊，94年就可以出册啦。而且咧，当其时亦都系有一个咧坏心思，可能系咁样谂嘅，就系惊佢如果坐嗰个刑期坐得太耐，如果耐到咧系我哋香港系回归咗去祖国嘅话咧。咁佢嘅另一单案件咧，就未必可以捉翻佢翻去受审啦。有咁样嘅考虑嘅都，咁所以咧，当佢喺刑满出狱嘅时候咧，咁廉署系安排咧，嗰当其时嘅港英政府安排佢搭直升机咧，直接去到机场嗰度嚟到送翻佢去纽西兰，即系佢自己嘅老家。咁喺纽西兰嗰度咧，有一单案件系等紧佢嘅。一單發假誓，即係食生菜我，係等緊佢嘅。平時誓願當食生菜啦，佢做乜都兩反應噶嘛。係啦，咁去到嗰度咧，就翻翻去紐西蘭之後啦，佢亦都因為發假誓就被判咗咧係2.5年嘅，即係2年半啦。係啦，就係咁樣啦。佢個案件咧就咁樣過一段落啦。咁其實呢單案件啊，可以顯示到啦，雖然啊講緊好多影視作品都話咧，我係70年代頭。咁啊，呢個廉署成立就開始咧去打貪啊嗰啲嘢，其實咧直到去我哋嗰個港英政府嘅末代嘅時期咧，其實喺政府嘅層面上面啊，都仲係存在住好多嘅呢啲貪腐。嗯，就並不如好似我哋而家回歸咗20多年咁廉潔嘅個環境。係啊，而且亦都係證明咗咧，嗱，好似呢啲案件咁，如果唔係有華人嘅調查員，去到鍥而不捨咁去查呢啲案，唔放過呢啲咧貪污嘅洋人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係維持唔到好似今時今日咁好嘅一個法治環境嘅，係啊。咁呢個人咧喺94年坐完，俾佢踢翻去紐西蘭之前咧，其實我哋應該寫個廉字俾佢帶翻去啊。嗰個控制我唔要啦，兩分俾你啦。用書法寫個廉字，仲要寫到好似有窮字俾佢，貪字得個貧啊，等佢知道。貧字啊。咁啊，我哋當年今日就講嚟呢度先啦。咁我哋講下第一單嘢啦，就係講到呢個布林肯咧，今日嚟到話要制裁我哋香港嘅官員喎，因為23條。佢話嚟緊咧就會所謂啊作出承諾，講過話要制裁就要制裁喎，咁樣話咗啊，要將佢哋含包制就要含包制噶嘛。係啦，喂，其實咧而家啊，和林肯話仲比較重要嘅啊，佢要針對嘅官員咧，其實都7788啦，俾佢制裁得係咪先啊？係。咁啊，例如鄧炳強呢啲就一早制裁咗啦，李家超特首嘅一早亦都已經喺呢個名單噶啦。咁究竟仲有咩官員未制裁啊？林鄭都制裁咗啦，係啦，仲話自己退休嗰陣時候好多不便，話哎呀，淨係得 cash 冇碌卡，都唔知點生活咁添，仲話2023年11月咧，亦都針對住49名，包括到咧我哋嘅律政司林定國啊，國家安全委員會嘅秘書長。啲啊歐志光啊，呢啲咧都其實已經係制裁咗噶啦喎。咁究竟仲有啲咩人啊未制裁咧？嗱，好有可能咧，今次呢個美國啊，就想制裁埋一啲咧所謂嘅推手啊，包括乜嘢咧？我估咋，即係雖然我哋唔知係邊個啦嚇，估咧就係咧會唔會係有份投票嘅議員啦、啊，或者係相關嘅法律界人士啊嗰一啲咧？
喂，制裁埋我哋都唔出奇噶喎，我哋都有份推噶喎喺网络。系系啦，喂，我哋国家安全教育中心同埋导师，即系我都有份，会唔会喐埋我咧？嗱，喐埋我都冇乜所谓啊，我都唔谂住去外国啦。我相信就应该未至于喐埋你，即、就、系、是、我哋呢一啲层面嘅，因为咧佢而家咧就系话到咧，我要制裁啲官员先啊嘛，吓、哦、官员，即系起码有个位嘅，系、啊、啦。那些呢就来到制裁、啊、即是被制裁都有论资排辈的，是的，我们未有资格住，跟着呢我们就要告诉他们了、啊、议员们不怕你制裁的，你随便啊，是的，现在我们代表他来说、啊、其实呢我们搞得23条、啊、即是有份投票通过 推广的都预了的啦，所谓爱国者治港嘛，是的，如果怕制裁的早就不在这些位置了，很老实说啊，是啊，所以你即管制裁啦，我哋香港唔惊你嘅。系啦，咁啊冇嘢好讲噶啦，其实不如咁啦，亦都奉劝布林肯一句先啦，吓、啊、你咧就不如揾揾你个同事啊、同袍啊、沙利文去咗边先，到而家咧都唔见人、啊。话说佢哋26号啊，话吓、啊、布林肯同埋沙利文一齐去见以色列嘅防长噶嘛，点知影相啊，净系见到我哋美国嘅防长黑色嗰个着制服的 Fellas 阿 Austin， 咁但系就见唔到佢哋两个。啊，而家布林肯出咗嚟啦，又唔见沙利文、啊。喂，话唔定俾上帝制裁紧啊？系啦，可能制裁咗噶啦，俾人民主自由咗。俾阿普京讲过一句说话噶。就是说呢要宽恕原谅人呢是这个神的工作，我的责任呢就是带那些人带他在他面前见上帝的。还有现在呢我们就知道呢沙利文呢就在这个去完基辅、啊、即他自己都有说自己去基辅的之后呢所有出的任何的那个 statement 呢其实他都是得文字版的，即系出嗰啲嘢咧冇相噶，以前好中意影相噶嘛，我哋都铺过出嚟啦。咁咧就到咗今日啦，3月30号啦，由18号去到3月30号，都系相信呢冇见过嘅。呢相信呢几日啲 AI 相就积极密锣紧鼓咁喺度制紧出嚟。系啦，因为点解去嗰啲义整咧？因为沙利文都经常上镜噶嘛。其实咧，越上得镜多嘅人咧。就越容易模仿翻佢嘅神情表態嚟到咧，即係加上聲音啦，嚟到整 AI 片嘅 AI 相就好簡單啫 ，AI 片咧就複雜啲，就 run 耐啲。不過對佢哋國家嗰個財力勢力嚟講，都係實成冇似二個借火。基本上 AI 片呢樣嘢，我記得喺2017年嗰阵时候，美国已经用过 AI 片嚟到制造假信息啊，嚟到策动啲颜色动乱噶啦。我哋研究颜色动乱嗰阵时候，亦都即系讲过嗰阵时候系咯。2017年嗰阵时候，佢哋已经识用 AI 片制造假人、假身份嚟到去做假文宣，跟住嚟到去喺一啲地方度咧搞颜色动乱嘅。系啦，所以咧我哋亦都要注意，万一真系我哋突然间有一日见到，咦沙利文出嚟，跟住咧。神情好僵硬，仲有咧，有一点好紧要嘅，啲 AI 片咧，只手咧系唔可以过呢度嘅，即系唔可以过个肩膊以上嘅、哦，运算唔到啊！佢有啲 bug 嘅，即系暂时嚟讲啊，即系以我所知咧，同埋手指喐动好似好容易出事咁，唔可以，即系讲嘢要净系可以咁嘅啫，唔可以过呢个位嘅，唔可以过呢个位咁样啦。系啦，即系如果佢梗系咁样咧，即系就会或者唔可以咁样咯。系啦，系啦，或者咁样都唔得噶。系啊，咁咧，如果你见到一个沙利文嘅片段，但系好僵硬嘅，永远讲嘢咧都净系咁样嘅啫。啊，只手唔会过呢个肩膊嘅，好似就系好黑板咁样。系啦，同埋做嚟做去都嗰个动作嘅话咧，嗱咁呢度咧好有可能系 AI 片嚟噶。啊，我哋相信咧，而家咧沙利文。我哋叫做一些文哥先啦吓，因为咁讲型啲啊嘛。文哥，阿文哥可能咧，文哥仔一路好走咗噶咯啊！文哥都犀利嘅，你知唔知沙利文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嘅？我知道沙利文系啊，咁好啦嗱，心狠手辣啊，个人。亦都有人有朋友讲到咧，如果讲制裁官员，有一个系大热嚟嘅，就边个啊？
就唔系主要官员，美制呢个以前系教育，而家系女法嗰、那个，唔系而家系文体女嗰、那个，唔系官员，真系估唔到，唔系官员，好易估嘅议员，俄罗斯唔系俄罗斯喐硬，俄罗斯冇噶啦，佢啊，俄罗斯早晚到佢嘅，好快一定到啦，一定到，你系好似制咗添嘅，好似我唔记得咗，系啊。问下佢先。咁啊，嗱呢个答案留翻俾啲观众喺留言版自己讲啦，吓。咁啊，毕竟都系估啫，好多人都讲得中噶啦。系啊，有个人都话自己制咗啊，但系其实佢未俾人制，佢纯粹系唔识外语，所以去唔到外国啫。同埋佢人生，佢同埋佢经常都唔出大埔啊，佢连佐敦都未去过噶，记唔记得啊？嗰、那个算啦，嗰、那个、那个级数未到。如果有风水仔嘅，会去嘅。咁啊，唔系净系大埔嘅，呢样我可以证明。系啊，都有去沙田噶。佢会有去，系啊，会有马场睇下风水嘅。总之不过城门河啦，佢嘅活动范围。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嚟到讲咧，呢个复活节长假期第一日。就有好多報道已經講噶啦，話到咧香港有大量嘅人就出咗去玩啦。咁主要咧出去玩嘅地方當然就係北上消費啦。咁根據到呢個統計人數咧，就係話到咧有762,000人咧就離境嘅。咁同一時間咧入境嘅人數咧亦都有270,000人。咁你夾埋咧就差唔多係1,000,000特一係啦。咁咧就呢、這个你要排队咧排3-4个钟头，人龙咧去到呢个几百米远，就系、是、非常之夸张，可以讲得系我哋香港历史以嚟咧最犀利嘅北上嘅过关嘅现象。不过呢个说法我可以否定，因为我曾经经历过比呢个更严重嘅排队情况喺关口。系咁咧嗱，我哋嗰、那个即系亦都有啲报纸啦喺度讲啦，话哎呀。好犀利啊！跟住咧就用咗好多形容词嘅，咁咧嗱，其中一个报道咧，我读俾大家听啊，嗰、那个标题啊，咁咧读完俾大家听之后咧，可能大家都估到系边份报纸啊，不过咧我唔讲边份，你哋自己写上去啊，就话到咧长假期大逃亡，香港复活无望，又系复活节啊嘛。你估系边份报纸写？我觉嗱，我未知边份，但系咧，我觉得佢报道嘅方向唔系好啱咯。啊，好醒目啊！方向问题，方向出咗错，系啦，个方向出咗错。咁向住西方嘅咧，我咪唔知啦，啊，唔知去边向边面，即系知道咧。呢、這個毒果執咗粒之後咧，佢有少少承繼咗，係啊，想承繼佢，我咪變咗西方不敗咯，係啦，係咯，佢嗰份報紙，你話曬咧，即係呢啲報紙佢本身嘅操守啊，或者佢背景都唔係咁好嘅。以前都系卖呢个河粉出身噶嘛，系咪先？即系突然间做沙河粉，系啊！突然间系以前嘅待遇，突然间咧就做新闻纸啊，捻下系啊，12蚊会几好运啊！突然间咧就话要做新闻纸，做文化人啊！嗰阵时候啲同袍个都话佢。啊！你做新聞紙，你識字嘅咩？你不如做廁紙，全香港咁多公廁，有埋你賣啊！我哋講翻啲正經嘢先。係啦，嗱，我自己咧對呢個復活節假期啊，北上呢一樣嘢咧，我係即係好深深嘅感受，因為咧除咗封關嗰幾年之外咧。以往咧，我自己讀書個時期啊，尤其因為你唔可能話按照第二啲假期放假噶嘛，你學生仔一定要按照嗰個復活節假期去放噶嘛，所以我年年都會復活節嘅時候翻大陸拜山嘅，係每年都會出現咧大遷徙嘅拜山嘅時候，大家計下我哋香港有幾多華人，有幾多中國人係來自廣東省嘅，超過一半嘅香港嘅人口啊！祖籍都是廣東省的，大家復活節假期連埋清明假期，點唔會翻去鄉下拜山啊？好多都是孝子賢孫嚟嘅。真係我同你講，得大眼係咁，呢啲人咧好似80後、90後買少見少，所以我俾個讚你呢度。同埋我以前咧經歷嗰個翻去大陸拜山嗰個年代咧，而家呢一種逼法啊，算叫做好輕鬆啦。嗰陣時咧逼呢個羅湖嘅話咧。你係逼到一出個月台就排緊隊噶啦，
因为翻嚟嘅时候咧，罗湖口岸隔篱有个叫做交通楼噶嘛，停车场嚟噶嘛，可以成个停车场封咗佢，入边冇晒车，啲人排人蛇饼，打蛇饼，沿住嗰啲车行嘅路去到打蛇饼，打几粒钟嚟到过翻关翻香港嘅。所以啊，依家啲报咧，即系报章咧，报道咧，都系有啲标题党成分嘅，又有啲咧将出入境嘅人数加埋佢，系咯，跟住咧讲多啲，就变一百万嘛咁样，跟住咧就个出字啊写大只啲咁样，话一百万人出境啊咁样，即系讲到好似真系大逃亡咁样。咁其实咧唔系话呢一个啊，即系冇冇话啱唔啱嘅，有时呢啲嘢系咪先啊？持平分析啦，我哋呢集，因为我系咯，即系有假期出境，不论做咩都好啦吓、啊，旅行玩又好，啊上山上去拜祭又好，上去北上消费又好，都正常啫，系咪啊？即系唔留喺香港，想趁有长假期出一出去，系咪先啊？就唔使写到咧，好似就嚟玩完咁样嘅。有啲咧报章又写到咧，话哎呀，即系特登揾啲唔知边个做访问啊，跟住咧就话啲僆仔啊。啲僆仔咩人都有啲背包啊，僆仔啊，嗰啲咩嗰啲咩咩咩团啊，嗰啲嗰啲咩咩咩火力团，唔系嗰啲，唔系唔系，即系有啲商户啊，系做访问啊，又话咩？哎呀，仲惨过以前沙士嗰时啊！药房啦，系啊，系咯，搵啲药房啊，搵啲食肆啊嚟到访问，系啊，咩生意大跌几多成啊？大佬第一日啫，你生意大跌四五成，系咁快知道嘅你又系咩？系啊，即系我觉得好离谱呢啲报道，琴日今日呢个标题系系啊，呢个离谱在乜嘢咧？喂，你知道复活节假期，复活节假期系我哋香港会放嘅假期，咁梗系香港人出去玩，唔系内地人落嚟玩噶啦。你嗰啲我唔理啲方向有问题嘅报纸啦，其实我见到个个数字报啊，什么呢个孤岛报啊，嗰啲全部都系用呢个方向，往呢个方向报，特登要写衰香港。嗱，香港旅游业唔够内地吸引，唔够好玩，啱嘅系事实。但我哋持平理性咁分析，香港嘅呢个衣食住行消费比内地大湾区贵。是啱，系正确，系事实系咁。咁点解你唔话东京贵啊？做咩唔话上海贵啊？上海仲贵过香港啊？做咩唔话北京啊？或者去啲高级酒店，甚至你去到西安嘅高级酒店都系贵噶。边个话嗰啲地方平啊？都系二三千蚊间房一晚。边个话佢哋系平过香港噶？你香港就系一个高度发达嘅城市，就系、是、买贵嘢同埋住贵嘢，跟住食靓嘢噶嘛。你點解煞有介事咁樣報？哦，因為有啲民間經濟執笠，有啲鋪頭係空冇人租。香港而家有好多民間經濟就俾內地嗰啲吃喝玩樂、低消費同埋性價比高取代咗，你就煞有介事特登去報導嗰啲。咁但係調翻轉頭，仲有喎，而家係復活節假期，試下過多一個月啦，五一嘅時候你會唔會報導人山人海啊？五一嗰陣時候一定好似啱啱啊！二月新年情人节嗰阵时候咧，成个尖沙咀爆满晒人嘅，全部系内地游客。有冇报道啊？唔见喎，唔见佢啲媒体有报道喎。五一应该亦都系好虚撼嘅，亦都唔见啲媒体报道。我相信我可以写包单，到嗰时候佢哋一定唔报。成个星光大道企满晒人咧，佢哋一定唔报。所有维港啊，所有放烟花嗰阵时候，所有酒店咧，嗰啲房全部都一倍价钱。望海嗰啲全部都一倍价钱，啲套房咧全部都一倍价钱，都要卖得清嘅话咧，佢哋亦都唔会报嘅。咁啊，呢个系佢哋嘅套路啦。咁嗱，我哋咧作为一个即系有建设嘅台啦，不如就唔好学佢哋啦吓，即系讲咁多，佢哋有冇啲咩好意见俾政府嚟到改善旅游嘅？冇噶喎。系咯，就咁要勾人性咧，即系黄子华话噶嘛，人中意睇人趴街噶嘛。就咪就系咁勾呢啲出嚟咯，就系勾呢啲劣质嘅我哋叫人类嘅情绪，有啲心理劣质心理嚟到去等佢哋嘅报章多啲人睇。系啦，咁我哋不如就嚟到咧建议，即系我俾少少建议，政府又好，边个都好啦吓，即系当听完就算啦吓，当我哋发一封啦，嗱，俾啲意见就系咧点样嚟到去改善一下呢个香港嘅旅游嘅竞争力嘅。咁包括到啲乜嘢咧？嗱，其實我哋覺得咧，香港嚟講咧，係有幾大優勢咧，係未盡量發揮出嚟嘅。嗱，首先咧，香港嘅優勢咧就係咧，佢嘅國際化程度好高嘅，
咁同埋咧，我哋嘅客人咧，主要咧都係以內地客為主，咁外國客就為即係副啦咁樣嘅。嗱，做旅遊咧就唔需要話揀咩客噶啦，基本上嚟講咧，我哋當然就係針對住呢一個我哋自己嘅優勢，打出我哋嗰個名堂啦。咁嗱，既然我哋知道香港是高度國際化的時間呢，就要好好利用這個優勢了。因為我都經常回內地旅遊啦，是不是的時間呢，其實呢不多不少都會即捉得到呢去內地的朋友，他們喜歡玩什麼或者想要什麼。為什麼那個地方多人去，有些地方又沒有人去的呢？大家都有景點的，為什麼這樣的呢？廢話不多說了，首先呢，第一那个 M 加博物馆咧，就完全系废嘅，我要话俾你听，废嘅系垃圾废物嚟嘅，仲系利益输送。最近系中环有个咩 Art Center 乜嘢，又系佢只不过嗱，博物馆我都去好多啊，即系近呢一年嘅旅游里面咧，我都带大家会去博物馆嘅。一个博物馆多人去，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嗰度嘅藏品展藏系。即系特别独有噶嘛，或者代替唔到嘅。例如我哋去三星堆博物馆咁样计，咁一定你去得四川玩嘅，你一定会去三星堆博物馆啦，因为嗰度四川系啦嘅特色嚟噶嘛。即系等于你去西安一定去长城啊，啊唔 ，sorry， 唔系长城，一定去兵马俑啊。系啦，即系有一啲呢啲代替唔到嘅。咁你会话啊，咁香港冇呢啲嘢嗱，其实咧就咁样讲啦，M 加博物馆的形式咧，佢就系想打造到一个咧，好似嚟自于世界不同贵价展品的一个博物馆咁样嘅，即系佢有少少嗰种咁嘅感觉，但系就当然好嘢系揾唔到翻嚟啦，系啊，佢唔就算香港冇都唔紧要，佢长期喺外面借噶嘛，咁当然啦，亦都好多人话咧，呢啲就利益输送嚟嘅啫吓，借埋晒啲九唔搭八嗰啲展品翻嚟咧。完全咧，亦都冇show到我哋香港嘅特色嘅。嗱，呢个咧就系去 M 加博物馆，仲要占埋嗰个咁重要西九嗰幅地，完全咧系好典型嘅大白象工程嚟嘅。呢个系一个。然后就有一班香港培港英时代培育出嚟嘅世界仔，崇洋媚外嘅人喺嗰度芙蓉风雅，根本佢哋都唔识艺术，佢哋系班香港嘅世界仔。嗱。咁我哋繼續講啦喎， M 加咧就呢啲係典型失敗之作啦，其實咧，如果你真係想有一個博物館多人睇嘅話咧，喺故宮博物館 OK 係啊，我哋有個成功，即係啊，故宮博物館當然得啦，但係前嗰排展三星係啦，因為呢個都係屬於我哋頭先講到嘅嗰一個不能取代嘅嗰個性質嚟噶嘛。咁如果再嚟到要成功嘅話咧，其實你要加入一些香港的元素落去，因为香港只有香港咁特别的嗰、那个譬如殖民地时代啊，经历咗咁多嘅嘢，佢会有佢自己嘅特质喺里面噶嘛。所以你要搞一个博物馆咧，你唔系话哇砌到佢好靓，喺一个好贵嘅地方，跟住咧去到世界系咁买或者借啦，用好高嘅价钱嚟到借呢啲咁嘅所谓珍藏，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好珍藏。你谂下嗱。舉多個例子，好像大英博物館咁啦，其實佢都有特色噶。佢特色係咩？佢特色就係、是、立盡天下財寶。係啦，做賊咁樣，大佬喺英國海盜時代嘅時候做賊，將世界所有嘅嘢，包括我哋中國嘅好嘢都立咗過去。咁所以你去英國玩，你好大部分人都會去大英博物館噶。因为他有的特色嘛，他就是做贼的时候立了很多贼装在那里。而连埃及啊，那些法老王代代世世代代不是葬在埃及金字塔，是葬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夜晚会动的，听说话。所以第一你要知道我们香港所搞的博物馆究竟有没有一个特色呢，是令旅客不可抗拒地一定会到的。这个你要想清楚，即是要找回个根源出来先。你要根源你才可以再慢慢想下去。好啦，第二啦，我哋既然系一个咁有国际色彩嘅城市啦吓，嗱，我哋香港讲真嗰句，真系咩人都有嘅，非洲人又有吓，咩亚塞拜疆啊，秘鲁啊，巴西啊，格鲁吉亚啊，葡萄牙啊，英国咩咩都好啦，即系唔单止五眼嗰啲人嘅，系啊，
巴西啊，巴西啊，吓诶阿鲁阿图添啊，甚至乎吓真系乜人都有噶，系咪先？咁嘅时间你搞一条街出嚟咧，嗱，你如果你净系话，因为我真系成日去内地玩啦。他们有些美食街啊那些很有特色，你跟他斗平性呢没得斗的。没得斗。你又搞一条。地方又大。是啦。人内地。你要即当然要另辟多一个地方呢， 是搞一条。由于我们香港这么多不同的人嘛，不同国籍的人嘛，他们来自于不同地方国家。我想这个世界都很难有一个城市是找到这么多国籍的人在聚在同一个城市。你又搞一条街呢，是汇集住咁多百几个国家的一条长街的特色的美食街，或者是买埋手信都得嘅。嗱，呢个我相信咧，唔系咁易地方，唔系又话咁多地方模仿到嘅，亦都系如果喺香港搞到嘅话咧，属于喺中国范围内一个咧好有特色嘅，即系世界嘅一個匯集地，更何況唔同文化嘅全世界嘅國家主嗰啲國家，甚至細個國家、大個國家都有領事館喺香港嘅，咁大家一齊搞絕對唔難啦。呢個第二個建議啦，第三個嘅就係咧，關於我哋開發多啲咧，好多人嚟我哋香港行山嘅喎，好中意去香港行山，原因好簡單，因為香港行山咧，第一佢嘅難度比較容易啲。亦都咧好接近市區，就唔似得咧。譬如我嚟緊去新疆啦，哇！你點行天山啊？冇得你行噶嘛，天山嗰度係一個好險要啊、好大座啊、好高嘅山嚟噶嘛。咁但係相對嚟講咧，香港嘅嗰啲山咧係好接近城市嘅嚇。係啊係啊，呢個香港特色嘅。係呢個真係香港特色。大量嘅步行徑啊、山徑。咁喺呢一度咧，雖然行山咧就唔會為乜嘢帶嚟啲咩收入？因為你唔會行山消費得好多，但係咧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咧，呢啲景點我哋所謂嘅或者呢啲行程咧係吸客過嚟嘅啫。你最緊要吸到啲客過嚟，佢留低喺度消費就得啦。咁你有一個行山嘅嗱，而家我哋嘅行山嗰個啲路徑咧，其實咧可以優化啲，因為仲有好多咧都係嗰啲野路啊、爛路啊嗰啲。嗰啲咁嘅狀態嘅，亦都咧要將佢好好規劃翻咧，打造咗一個咧靚嘅行山嘅一個打法路線，就去推廣出去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第三點啦。咁第四點咧，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而家好多好多人成日話噶嘛，搞即係好似之前啊 Taylor Swift 咁樣嚟唔到啦啊！就喺度怨話，哎呀，搞錯啊！啲國際巨星你又請唔到啊！我哋咧都冇國際城市，又咧中意即係例如一搞國際七人欖球賽嗰啲嗱，其實咧呢啲都係好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全心食呢條水嘅話咧，就唔好做到半天吊啦。即係基本上，如果香港想做一個任何天王巨星，即係哪怕全世界嘅天王巨星都好。都會必嚟香港開演唱會嘅話咧，咁好簡單啫。你個場地問題一定要解決到先。嗱，而家我哋搞呢啲演唱會嗰啲場地，多數都係比較臨時性啊嘛。嗱，即係唔係話喺呢個世界好出名嘅。例如有一啲天王巨星，佢好中意去某啲城市搞演唱會嘅，嗰度咧點解佢咁中意去咧？就係因為嗰個城市佢能夠有一個場地容納勁多人嘅，可能7万至10万人或者10几万人嘅，咁你有冇呢个咁嘅场地先？既然如果你真系好想食呢条水啦，其实呢条水系 O K。依家九龙湾对出起紧嗰度会几多人啊？好似睇得嗰个都多嘅，6万几嘅啫，去咗之后都 O K 嘅。系啦，就倒不如咧，真系认认真真搞一个好大嘅 stadium， 系可以咧出名到容纳成10万人嘅。嗱，香港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个咁嘅场地，吸引到呢啲天王巨星嚟咧，我相信不乏冇观众嘅争住嚟嘅一定。咁但系咧就要打出个名堂啊！直头咧啲天王巨星都知道香港揾硬钱噶啦，即系嚟到香港啊！有你谂下，佢一场嚟到，佢梗系想尽纳啲观众噶啦，系咪先啊？咁你嗰个场地容纳得够大咧，其实你好容易就可以即系香港凭住香港嘅
國際的明星咧，好易打出嗰個聲譽出嚟嘅啫，即係嗰個成為呢個演唱會嘅啊必到中心啊。咁呢個亦都係啦，可以啦。咁同埋咧，亦都要開放多啲咧，真真正正嘅大型嘅國際體育嘅賽事啊。嗱，呢樣我都轉頭有補充，你繼續講。係啦，例如好似話，即係全方位嘅，而家最受歡迎嘅嗰啲運動項目咧，都係啦，滴起心肝做啦，例如係。譬如 F1 賽車咁樣啊，搞個香港站嘅都幾吸引啦，係咪先啊？或者咧一啲體育比賽嘅賽事啊，亦都可以就好似之前美斯之戀咁樣計啦嚇。我哋而家有嘅就都係香港嘅大球場啦，係咪先啊？亦都比較老化啲啦。咁如果你話哦吸引到香港站，每次咧都有一啲球隊嚟到啊，去到進行呢個季前熱身嘅。啊！踢下啲熱身賽啊、聯賽啊，呢啲其實亦都係相當吸引，就一季一季咁嘅，即係咧好似我哋旅行咁啫嘛。譬如新疆而家係最適合旅行嘅依幾個月，其實香港都可以一樣係啊。依排係玩啲乜嘢？過多幾個月就係興啲乜嘢？再過多幾個月又係啲乜嘢？搭住咁樣去咧，就能夠咧令到啲客咧可以即係川流不息咯，比較。我哋又唔係做旅遊，亦都唔係什麼官員。我相信我哋而家講嘅呢一番話，好多所謂嘅嗰啲官咧，真係堅離地。尤其文體旅遊局阿楊局長啊，唔知聽唔聽到我哋嘅意見咧？或者 M 家博物館嗰位嚇、出成700万两，700万一年粮嗰位啊！最近就研究紧要升职加人工嗰位咧，系啊，咁啊，相信咧佢哋嘅林郑嘅心腹人工咧，完全咧就系同呢个表现系不匹配嘅，系啊，又系咯，你即关于咧嗰个体育竞技嗰度咧，我亦都有补充，就系、是、有鉴于香港现在咧有个问题就系、是、严重嘅生育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咧就系、是、因为男女关系。嘅不信任，所以婚姻唔美满，咁然之后人就惧怕婚姻，惧怕生育。咁点样可以提高翻即系人嘅即系嗰个即系男女之间啊嗰个相处程度咧？就系、是、香港要增红。但如果首先香港运动员唔差嘅，香港无论系斗文。斗数理化或者斗科学或者甚至斗体育竞技咧，其实香港出产嘅运动员表现一啲都唔差，但系咧却没有得到大力嘅呢、這个社会同埋呢个政府嘅支持，有啲都叫做有啲支持，但系仅有嘅资源底下咧都可以创到佳绩，因为香港人系有脑啊！我仲有个我进阶版嘅转头，因为香港人有脑啊，香港人有脑可以用技术嚟到搭救我哋体能嘅不足。所以香港運動員咧係叻嘅，你如果係可以培育嘅話咧，可以做到佳績。而如果香港係即係作為一個國際平台，可以做多啲，無論係文啊、數理化科學或者體育競技唔同項目嘅競技平台，咁可以招引就可以咁，然之後亦都邀請全世界各即係各種唔同類型嘅競技都邀請世界各地嘅國家嘅精英過嚟香港嚟到參賽。嚟到去比拼比鬥，咁同時能夠亦都帶動我哋香港人嘅爭雄心，年青人正式被毒果毀咗我哋嘅爭雄心，正式被毒果毀咗我哋對人生啊未來嘅展望，個個人都開始盤撇，開始中意賴社會賴父母怨天尤人，就因為我哋冇咗爭雄心，但係咧年青人需要一個。完全是進展所長的機會，在台上面發光發亮，所以咁多人喜歡什麼中年好聲音啊，什麼全民造聲這些東西，其實大家想找個機會發光發亮，所以如果將香港製造到一個比賽的平台的話，香港絕對是無論是文啊、數理化科學啊、武啊、甚至運動呢，其實有很多人都想有個機會去進展所長，做了這件事之後呢，会令到香港多了婚姻同埋多了生育率，我可以好肯定，呢个系我专业话都俾大家听。人越盘撇咧，越系弱者化，越系支持佢哋避重就轻啊，要做中间人迎头小利咧，呢啲咁嘅行为咧，就绝对系会减低生育率同埋减低婚姻率嘅。
咁啊，再讲埋嗰个进阶版先啦。嗱，假设呢啲当佢哋都有听啦吓，即系 OK 嘅，觉得接纳啦。咁咧嗱，例如呢啲场地咧，好老实讲，嗱就要咧将呢个咧大屿山咧就尽量开发啦吓。首先咧呢啲什么咩郊野公园条例咧，呢啲港英时代啊流落嚟箍住我哋香港嘅紧箍咒咧。就要打破先啦。我呢度我都想插少少个意见啊，好似沙头角咁样啊。喂，大佬啊，而家去沙头角旅行咧，即系本地游，你好多地方唔去得噶，能够可以出入嘅可以参观嘅位置只系一小部分。嗰啲禁区喺度。系啊，嗰啲禁区。咁政府而家回归咗26年啦，唔系惊沙头角仲系会成为人哋偷渡嘅？有 II 啊，有 II 啊，玩啦！而家内地嗰啲朋友先唔想偷渡嚟我哋香港啊。系啦，咁仲有咧，呢啲街一定要消除噶啦。然后咧就系、是、要好好开发大屿山啦。例如头先你都讲到话有啲好似 F1 咁样嘅，可能有你要个跑道噶嘛，赛道噶嘛，系咪啊？使唔使整翻你哋之前讲嘅 van 仔赛？唔使讲，唔好讲嗰啲树先。有啲嗰啲赛车运动咧，以前曾经喺我哋香港咧系有个比赛嘅，就好似 Formula E 咁样啦，都喺中环搞啊。系啊，中环风来搞，其实咧其实系几成功嘅。系啊，就好似搞渣马一样啫嘛。你渣马可以封咗条街去到搞马拉松，人哋澳门嘅格兰披治亦都系搞几十年，亦都系封咗条街去到搞嘅格兰披治，融入咗城市嗰个特色。法国嘅摩洛哥嗰条赛道全世界出名嘅，都系封咗条街嚟到搞。仲细啊嗰度，系啊，我话你知。就好似以前我哋玩嘅一只 game 咁样。系啊，叫《浪漫跑车之旅四》。浪漫跑车之旅四。系啊，嗰个 game 入面咧，嗰阵时我哋仲系僆仔嘅时候咧，好中意玩。点解咧？因为入面有一个赛道就系、是、香港赛道，自己可以揸住架车咧喺尖沙咀嗰度飞车。系啦，可惜就系一只 game 嚟噶咯。即系呢啲嘢系唔可以实现嘅。但系如果我哋喺呢个推进赛车呢个运动，即系我净系我好想讲赛车呢一 part 啦。咁可能第时有啲中年好车手啦，咁我一定会参加嘅。到时中年咗啦，中年好车手啊，咁即系封咗条街，好似搞渣马咁啫嘛。咁你可以兜去港珠澳大桥或者汀九桥。即系好多香港嘅明星可以兜到过去，又可以俾人哋认识到我哋香港。透过呢啲比赛运动，而且咧仲有一条，仲有一条赛道咧，我自己咧好煞食嘅，好觉得好煞食嘅，就是、石澳道。不过政府要将石澳咧驳通咗小西湾先，咁就可以封咗条石澳道咧嚟比赛。嗰度玩头文字 D 套啲。嗱，即系其实真系好多谂法嘅，大家即系坐低喺度咧。講幾講都會有啲嘅，同埋之前啊，賽馬會咪話要搞嗰啲咩籃球博彩嘅，嗯，籃球啊，搞埋，其實唔需要搞籃球博彩住嘅，你賽馬呢個運動你喺外國咧，其實好受歡迎嘅。咁啊，除咗賽馬之外咧，仲有樣嘢咧，賽馬車係啦，就是、賽馬車英國人咧就冇帶入嚟香港嘅，搞埋咯，賣賽馬車咪得咯，係啦，其實好多嘢玩嘅，問題就係咧，而家香港死曬啊啲嘢，即係咧。那個整個架構死了，同埋在位嗰啲人咧都唔係諗呢啲嘢。其實我哋講真嗰句，今日呢啲橋咧都係諗咗一日到嘅啫，即係細心咁諗啊，嚟到回顧翻我究竟想去人哋嘅地方玩啲乜嘢嘅時候，將心比己，再諗翻佢哋即係啲客啦，或者啲遊客啦，究竟嚟呢度想玩啲乜嘢？佢哋想見到啲乜嘢？係香港帶到俾佢有特色嘅咧？根本完全就冇用过呢啲嘢嘅，咁再讲咧，头先个再高级嘅改良版咧吓，呢、這个就真系咧，我哋纯粹提出嚟，佢哋都唔会搞噶啦，九成九就系咧，就系、是、一定要系做咩咧？喺香港大屿山搞赌场。搞赌场啊！唔怪之佢哋唔会话，唔怪你话佢哋唔会搞啦。其实我觉得我好赞成，我一早已经讲过话，我哋香港系好需要有赌场。以前我哋香港好似曾经系谂过搞嘅，好似以前好多年前，其实港英政府有喺香港起过赌场嘅，系真真实实嘅赌场。只不过嗰阵时咧就。刪咗香港賭場之後咧，香港冇再起翻賭場。而以往咧，喺英國嗰個殖民地嘅慣例裏面啊，所有英國殖民嘅地方
英國政府殖民的地方都會有賭場的，好像你澳洲啊、紐西蘭啊，任何有澳洲有馬來西亞都是被呢個英國殖民過的嘛，全部都是有賭場，但是淨係香港冇嘅。咁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港澳一體化，港澳一體化咧就係、是、喂大灣區啊嘛，而家成個係得我哋特兩個特區係有即係具備起賭場嘅嗰個條件啊條件啊。咁其實我哋起賭場，我哋係幫緊澳門嘅，我覺得。绝对冇话抢对生意，绝对冇啊！系我哋咧透过竞争嚟提升佢嘅竞争力，冇错啦。澳门咧衰乜嘢咧？嗱，真系唔好介意我又咁样直接讲啦，我都想讲啊。澳门咧，所有僆仔走晒去做赌场、做娱乐事业、博彩事业，搞到澳门嘅市况入面啊，所有其他即系技术人员啊，啊你话好似啊整水电啊，整。整餐飲業啊，總之乜各行各業啦，各行各業技術知識全部要靠內地嘅外勞喺珠海過去澳門嗰度，去到幫澳門人去到做呢啲佢哋所謂嘅叫做比較低級啲嘅工種，係啦，或者有啲技術嘅行業啦。其實如果你話我哋兩個特區一齊去到發力嘅話，我哋港澳之間，大家取消大家嗰個身份限制，你澳門人可以嚟我哋香港工作，我哋香港人可以去澳門工作。其實咧，兩個地方大家一齊去成長，我哋香港人嘅經驗一定可以幫到澳門好多方面嘅。而家我哋香港人啊，攞住藍卡去澳門工作啊，以一個簡單嘅例子為例啦，我表弟超過十年啦，喺澳門做賭場，但係咧係因為佢係香港身份證嘅身份，佢冇得再升上去嘅。佢只會升澳門人嘅啫，佢唔會升你香港人嘅，無論你幾叻都好。啊，所以呢個就係澳門咧嗰個競爭力，除咗食老本之外咧，嗰個弊處嚟嘅個原因。係啊，喂，你呢個話題咧，你千祈唔好喺力導演，即係李力持導演隔離講，一講咧佢會拍台孖叉足成程車，佢好嬲，佢話你澳門人咩咁巴閉啫？你識派牌啫嘛，喺度形屎形屁，話自己係咯，話自己 GTB 咁犀利，話自己咩犀利係嘛？你有咩咁叻啫？咁啊，佢話。同埋我建議多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香港而家叫做啦，世界上第三大嘅金融市場啊嘛。嗱，我哋金融市場都可以學澳門賭場啊嘛。喂，金融泥馬。等一下先，呢啲，我哋繼續講嗱，我哋咧除咗有競爭有進步之外咧，同埋咧大嶼山開島咧喺呢度咧就唔會太過影響到一般嘅人嘅。好老實講啊，如果真係你想去嗰啲啊，你搭程船過澳門你都阻唔到佢噶啦，係咪先？喺大嶼山即係比較遠啲噶啦，已經係唔會話咧阻礙到我哋一般市民嘅嗰個風氣啊、生活啊。咁嗰啲道德問題已經冇咗㗎啦。對出嗰度整埋條度假村向海嘅，咁樣咁咪靚咯。咁咪咯。同埋嗰度有個大佛啊嘛，鎮住嗰啲啊嗰啲邪氣搞得 M 加博物館啊，你都搞咗個賭場啦，幾百億咁搞落去，係咪啊？啱，你啱。喂，冇人去嘅，你搞完之後。冇人知添啊！直头，不如咁啦，索性将 M 加变成赌场，哎，又得嘅可能，系啊 ，M 加娱乐场，喂，正气咗好多啊！当堂，咁个同埋咧，有一样嘢真嘅，即系你话，喂，股票咪股票市场咪大赌场咯？咁其实如果你讲翻正式嚟讲咧，金融市场就金融市场嚟嘅，就唔关赌场事嘅两样嘢嚟嘅。咁虽然有人话，哎，咁咪嗰个咪最大赌场咯，咁啊。呢啲都係後話啦，呢啲就，但係嗰個性質係唔一樣噶嘛，係咯，係啊，咁以上呢一啲咧，都係我哋輕輕嚟到去講下，因為再講咧就一定超時噶啦嘅一啲咧，我哋好關心香港嘅真係，所以咧個個都好踴躍表達自己嘅意見。喂，如果咧我哋约啲网友出嚟，几百人一齐咧，大家发表，相信佢讲成日添啊，会。诶，讲足几日添啊，系啊，讲几日嘅系可以嘅一啲意见啦吓，咁同埋咧。至於你哋有啲咩好意見咧，亦都可以即係慢慢喺呢個留言板度講都得嘅嚇，好多玩法嘅其實就嚇，咁啊問題就係咧，唔知點解有關嘅嗰啲官員啊、成啊嗰啲議員咧，喂，好老實講，唔係話大口氣講啲乜嘢，佢哋嗰啲諗法真係唔得嘅，係啊，完全佢都冇代入到一個遊客究竟想嚟香港做啲咩嘅嗰個。心态是没有在这里的、啊、
咁例如又讲到好似啲电影咁啦，好多人咧都对香港即系有啲出名嘅电影咧，都有一个情怀喺里面噶嘛。咁、你点样打造到嗱？呢啲电影都系喺香港拍嘅，尤其以前嘅电影啦，系咪先啊？你点样打造到相关电影嘅嗰啲景点咧？其实好多内地嘅嗰啲景点啊，都系可能嗰套戏出咗名，拍过咗出嚟，喺嗰度取咗景。嗰度成為咗個景點嘅啫嘛，就好似近期嘅狂飆啦，令到江門一度咧成為旅遊勝地啦。咁嗰啲我哋香港其實有好多呢啲一啲嘅地方咧，完全係冇發掘過出嚟嘅，反而咧係嗰啲遊客提醒翻我哋嘅啫。即係 你打開個大眾點評咁樣，哦，原來有幾個位佢特別中意去打卡影相嘅。政府仲要將嗰啲景點咧。即係封咗佢，唔俾人入到去參觀，唔去保育添，就好似一個啊石澳嗰、那個寶英苑啊，嗰、那個就係周星馳同阿張柏芝拍嘅嗰套戲入面咁樣的住阿張柏芝個下巴嗰個咧，係啦，即係教佢做戲。閃石啦，嗰棵樹嗰度係啊，應該影㗎。嗰啲有即係嗰啲有啊，你叫咗佢做，即係嗰啲人應該就諗諗啊，你真係攞個腦去諗下。究竟啲遊客嚟係想要啲咩先啦？啊，就好過做啲大白象啦嚇，嗰啲嘢佢完全自己幻想出嚟嘅。啊，不過咧就有個地方咧就好多人嚟打卡就唔封得嘅，嗰個銅鑼灣，因為佢係睇完一個香港嘅教父六集，唔係香港古嗰個報紙檔執咗啦，銅鑼灣嗰、那個波斯富街嗰度唔封得嘅，嗰個可以推廣呢個消防意識嘅。嚇、啊，咁啊～嗱，有人話：喂，咁樣其實好多團體啊、咩啊、制度啊阻住喎，咁樣成嗱，咁呢啲咧就係香港人嘅命運啦。咁到意見就俾咗啦，到呢啲嘢就唔喺我哋範疇內解決啦，係咪先啊？所以我哋申請係唔會從政嘅。係啦，所以喂，到頭來哦，原來真係有好多唔知咩嘅因素阻住咗啊，或者咧食古不化或者點，咁呢啲咪香港人嘅命運，咪唯有接受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有時啲嘢係咪啊？不過我哋會陪住大家嚟到套烏氣嘅。嗯，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都進步緊，咁你自己向後行嘅。相信阿某局長咧，聽完我哋呢集節目咧，哦，我明啦。佢身邊有位高官就話：明，你真係明，明你就唔使咩街。咁佢一定咩硬街噶啦，因為咧，佢哋一定唔會聽啊嘛。即係聽完都可能唔明啊。今屆特首都完成咗佢嘅呢個歷史任務啦，就係、是、立廿三條，即係阿超哥啊、鄧炳同埋鄧炳強。咁誒嚟緊唔知會點啊？佢啲人工啊，直頭啊，根本就同佢哋嘅產出係，我諗啊，跌局高咗九成率，即係出剩十分一糧俾佢，差唔多啦。商貿同旅發都係嚴重啲嘅。係啊，喂大佬啊，佢嗰啲咁嘅人工啊，大佬高過咩啊？高過曬全世界嗰啲，高過美國總統添啊，大佬。人哋奧斯丁都係話俾人值，話值一蚊雞啊，美國國防部長。佢攞七百萬喎、啊，大佬、嗯。好啦，咁我哋讲下下一个题，呢个题咧实在太过，系啊，即系要转话题啊，讲得太耐，令人发指，系啊，令人发指啊，系啊。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哇，卅二分，讲个主题先，讲个主题先啊，即系再讲其他题，系啦，就系关于咧呢个莫迪啊，嚟紧咧有一啲咧好爆嘅嘢，四月份咧。就是印度的選舉的時間，印度的選舉呢也是整個地球來說最大型的選舉，因為有這麼多人嘛，是吧？是的，大大話話應該多過我們中國不少，現在他人口肯定過中國不少的，因為有很多呢沒有登記，沒有登記的嘛，即是不知道什麼水來的嘛，沒有名的嘛，每時每刻都逼著人家生的嘛，印度人，印度男人。是的，所以咧，为咗全世界嘅呢啲所谓嘅民主国家都系一样噶啦，选举咧系个样嚟嘅啫吓，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够出位，边个够出位，边个够大声、够尖锐嘅话咧，咪胜可以胜出呢个选举咯。至于做唔做到嘢，或者佢提出嚟嗰啲嘢有冇用咧，嗰啲后话啦，最紧要过到骨先啦。系你唔赢嘅话，又点能够啊？去到講以下嗰啲話題咧，咁咪同香港議會啊，或者嗰啲當局嗰啲差唔多咯。嗱，嗰啲我哋唔再講啦，我哋講翻印度先啦嚇。講國際，講國際。
所以咧，印度总理莫迪咧都为咗自己嘅连任咧，而家咧就做足准备。嗱，佢啲僆啊同佢讲啦：，阿总理，总理，而家你又要选啦，咁样点样突围而出咧？我有啲计俾你、啊。咁莫迪就话：系咩？讲嚟听听啊，吓、啊，横掂我又唔系好知。跟住佢啲僆就同佢讲啦：，嗱，而家最兴系咩？全个世界无人机嘅。系啊，而家最兴咧几样嘢嘅啫。第一。无人机啦、啊、AI 啦、啊、人工智能啦、啊、第二呢啲一定走唔甩嘅啦。第三仲有一样元素呢亦都好受欢迎嘅。不过呢就唔係啱啱兴㗎啦呢啲嘢。就係、是、自由民主。如果我哋呀、啊、可以将呢三样嘢结合埋。咁咪有得諗囉。嗱 ,AI, 齐咪玩到你哋。对呀 ,AI 加无人机加民主自由有冇得諗先。好谂，咁啊，莫迪听完之后咧，就觉得系、哦、有得谂、哦，你真系醒嘅啫、啊、我哋只要咧将呢三样嘢结合，咁今次嘅印度嘅大选嘅胜出，仲唔系我？喂，佢条僆仲唱咗首歌噶，佢条僆走出嚟，自由民主好嘢、啊，真好嘢啊！呢、這个阿 Gates 啊。不愧是一个生意的奇才，其实严格来讲他不是电脑奇才，但如果识玩开电脑人都知道他挞嘢嘅，挞技术嘅，他真的是一个生意奇才。继续，咁所以呢莫迪咧就开始咧做嘢咯，俗称。而家咧莫迪咧首先咧第一步就见到咧呢个系微软嘅创办人，咁咧即系比尔盖茨啊，就同佢见一见面先。点解啊？因为莫迪对 AI， 喂，讲真嗰句啊。啲 AI 识佢，佢又唔识啲 AI 嘅吓，嗰啲咩 I， 我呢啲嘢我搞唔清嘅。但系咧，为咗要表示到啊，佢自己真系识呢啲嘢嘅时间咧，既然唔识，就不如啊，就用翻佢啲旧套路啦，黐住某个识嘅人睇落去，咁我咪识，等于识咗咯。即系等于我同巴菲特合照咁样，人哋唔知嘅话都以为我系佢啲 friend， 大家都即系，诶，都系有钱人嚟嘅，巨富嚟嘅呢个。咁所以咧。你找莫迪和比尔盖茨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呢，即是莫迪呢，所以就来到呢找了比尔盖茨谈偈的。那么呢两条友呢在这个影片里面就大谈畅谈这个关于未来的人工智能问题，也都讲到呢什么叫做数位的基础建设、啊、那些东西的。在这个见面会里面呢莫迪一夜拍台对着比尔盖茨讲，得啦，掂啦，今次，总之未来啊，印度行嘅方向就系 AI， 呢个亦都系咧我哋未来印度嘅第四次工业革命嘅核心。印度啊，将会嚟紧咧就主宰印度世界嘅 AI 工程嘅，有你喺度咧就掂啦，咁样嚟到去讲一讲先嘅，之后咧。莫迪就搞第二样嘢咯，就系咧讲到啦，莫迪咧嚟紧啊，既然咧佢要搞头先我哋讲嗰三样嘢啊嘛，民主自由、AI 同埋无人机啊嘛，咁第二样嘢佢就当然搞无人机啦。嗱，其实咧讲开又讲，莫迪条僆之所以能够提议莫迪搞呢三样嘢咧，完完全全咧，你都知道，因为印度人咧好中意针对我哋中国噶嘛。总之中国搞乜佢就要搞乜噶啦，之前我哋都讲过啦，中国嚟紧未来咧喺2030年嘅时候咧，就有个登月计划噶嘛，我哋会派太空人上月球噶嘛。之后咧印度话，印度都有，系佢哋又有噶吓，仲话要快过你一年添。总之你任何嘢要搞嘅话咧，我哋印度都要快你一日咁多嘅吓，无一日无私咁多。系啦，印度人咧就唔谂。佢上月球咧，佢净系真系谂上月球嘅啫，佢唔谂翻落嚟嘅。因为其实咁讲啦，呢个玻璃活咧会帮佢完成所有嘅工作噶啦，吓、啊，即系呢个印度玻璃活啊，吓，系就会帮佢拍呢套戏噶啦。喂，犀利、哦，原来唔止、哦，原来唔止 AI 无人机加民主，仲有女权主义、哦。系啊，嗱，就系嚟紧呢一单啊。之后咧，佢就话。诶，咁我哋咧就即刻即系要做 show 啦吓，咁咧就嚟搞无人机。咁为咗响应到啊呢个世界咧，啊，佢又参考埋美国嗰边。咦，而家咧，
佢哋咧就興玩彩虹主義啊，剩啊嚇，男男啊，女女啊，嚇曱甴同牛啊嗰啲咁嘅嘢咧，起碼都係女權要搞先。係啦，但係咧就先嚟第一步搞女權先。嗱，我哋喺呢度咧搞個女權 mix 埋無人機嘅，係咪有一諗啊？因此咧，莫迪就即刻搞咗個所謂嘅啊，幫呢個印度咧大搞無人機計劃，仲要係女權加無人機，叫做莫迪女性無人機計劃，就喺呢度行咗出嚟啦。嗱，講到咁複雜，即係咩咧？其實咧，意思就係咧，莫迪啊，會喺嚟緊咧就教一啲女性玩無人機，就教佢哋咧點樣透過啲無人機咧，即係嚟到啊播下種啊，撒下農藥啊，監視農作物啊，嚟到咧提升我哋嘅收成。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咧呢條橋咧應該係得嘅，但係佢個方向有少少錯咗。佢應該搞翻個咧用無人機長時間監察女性安全嘅呢個行動，反而我覺得仲得喎。你都知道印度嗰邊咩料噶啦，係咪先啊？同埋無人機咧可以幫到忙咧，就係省卻咗人手嘅嗰方面嘅付出啊嘛。但係印度最唔缺嘅咧就係嗰啲人手勞動力，因為人口太多啦。咁你如果而家咁樣搞啲無人機落去嘅話咧，更加多一啲無業遊民會衍生咗出嚟。咁、到時咧，女性嗰個處境咧就會更加危險。不過咧，莫迪呢啲咧就俗稱假組，其實佢講緊呢啲嘢咧，擺拍都係擺拍嚟嘅啫。咁咧，佢真係傻唔曬喎。其實佢已經精添。今次講到啊，話要去全國推行。所有的女性都要懂玩无人机，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女性，男性不可以懂玩无人机的吗？这样的时间，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些是选举工程来的，口号来的，所以就奇奇怪怪咯。争取那个选票咯。是的。那究竟到最后他这个所谓莫迪女性无人机计划是要培育多少个懂玩无人机的女性呢？原来他那个 poster, 就是那个选举 poster, 那些细字好细粒嗰啲字，睇翻，咦？原来莫迪嚟紧咧，系要培育好多啊！呢个数字100个，110个印度女性识玩无人机，咁就收工噶啦呢个计划。咁咧就话到咧，呢啲咧就系佢其中一个吓三位一体嘅民主 AI 加埋呢一个无人机于一身嘅计划里面咧。原来就是培育110个女性识玩无人机，今日收工啦。就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加呢个女权主义，系啦，犀利。嗱，咁喂，好老实讲啊，我哋而家中国嚟讲啊，喺度有注册嘅无人机啊，已经咧即系有注册嗰啲，唔计冇注册嗰啲啊，已经有126万架。无人机噶啦，喺即系根据上年嘅数字，2023年呢个数字啊，已经126.7万架无人机已经系有注册噶啦。啊，你依家莫迪咧，即系好想即系佢见到我哋 AI 又劲啦。嗱，好老实咁讲，而家全世界 AI 唯一两个玩家就系美国同中国嘅啫。真系好老实讲，最强嘅。叮当码头嘅就系美国同埋中国无人机领域，更加唔使讲啦，就系我哋中国一枝独秀啦。单凭呢个数字最尾嗰个位咋啊，即系嗰7万，即系6.7万，七千架系嗰7000架，都已经劲过你印度啦。嗱，110架，我哋人口就咁上下嘅，即系计咁上下，其实我哋少人啲添啦。系啊。咁样计，佢哋年轻人口仲多过我哋添。咁点解你印度呢个数字连我哋嘅零头做唔到呢？因为印度人佢哋普遍嘅收入系比我哋中国人维持低，佢哋未必消费得起无人机呢一样嘢。而家闲闲地你话买部杂牌嘅无人机啦，唔好话大疆啦，咁你都要1000几百嘅。咁你对于印度人嚟讲咧，嗰、那个数字系一笔好大嘅数字嚟噶嘛？再加上咧，佢哋真真正正踏实做嘢嘅嗰个科研同埋嗰个能，即系嗰个研制能力咧，系好低嘅。一般嚟讲，印度咧都系出晒名就系抄字堆噶嘛。嗱，抄其实唔紧要嘅。想当初我哋改革开放嘅时候，主要都系以抄为主嘅。但系抄完之后咧，我哋会吸收同消化，然之后咧就制成出自己嘅嗰一套
就打出自己的那一個玩法的嘛。但印度人呢仿即係抄呢抄到上晒癮，搣唔甩咁樣嘅。有萬國牌之稱嘅都係印度啦。咁仲有嘅就係、是、啦，我哋睇返啦，而家呢頭先講到錢㗎嘛。印度就話我哋仲有一樣嘢叻過你呀、啊、你知唔知係乜嘢呀？啱啱呢就公布咗個數字出嚟喎。咁最近呢有一啲呢富豪榜出咗嚟㗎嘛，尤其係呢呢個胡潤嘅全球富豪榜。咁呢根據到數據顯示呢，原來而家呢印度呢就話我哋一樣嘢叻過你中國㗎，係完全叻過你嘅，就係、是、呢我哋而家印度啊，有一个城市孟买，虽然佢唔系首都啦吓，但系系佢哋嘅上海嚟噶嘛呢个。上海系啦，而家孟买啊喺呢个富豪榜入面所喺里面，即系孟买居住嘅富豪榜嘅人啊，嗰、那个人数咧，即系嗰啲万亿富豪啊，而家咧去到点啊？我哋啊有咧92个人。是住喺孟买，成为咗全亚洲最多所谓亿万富豪的城市咁样，咁咧就过咗你北京头啦。因为系计嗰个金额咋嘛？唔系计个人数，计个人数。我计人数，但系按照佢哋嘅财，计教佢哋嘅财富咧，就好似我意思系好似越南盾咁样啊。喂，你可以入翻越南盾。咁啊，以美元计算嘅系、以美元计算。嗱，我哋阵间再拆解啦吓，佢觉得自己好威嘛，咁咧。他们有92个这些人，这些亿万富豪。那我们就有91个人，就刚刚多了，即好像说真的多了一个人，就多个北京的91个人，成为了新亚洲亿万富豪之都。现在新亚洲亿万富豪之都都在我们孟买，那是不是很厉害先、这样讲了。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慢慢再拆解啦，这些数字是不是先。呢啲嘢咧，其實咧唔係咁值得威嘅啫。嗱，表面可能對於印度人嚟講咧，佢哋咁膚淺嚟講，當然哇，你睇下我哋幾多富豪，好似好威啦。但你再睇翻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咪反映你貧富懸殊嚴重咯。頭先講到啦，印度嘅人口就多過中國啲嘅，係嘛？即、就是、你當差唔多啦。咁我哋如果計翻印度平均嚟計啊。佢嗰個人均 GDP 就係$2,000+一年，計一年啊！咁我哋中國咧，嗱人口同你一樣啦，冇得拗啦呢樣嘢。人均 GDP 咧就係$12,000+一年，咁即係足足多過印度人均啊$10,000，每一個人啊多你$10,000。我哋有咁多人，你有咁多人。我哋人均嚟讲咧，多足你$10,000咁多，你只系仲要啲失踪人口冇计咧。系啦，如果计埋嗰啲拉得仲低添啊呢条数。咁如果咁样计嘅话，即系话哦，我哋平均每个人搵嘅钱系多你好多先啦。首先，大家人口嗰个状况都系咁困难噶啦，要一次个提升都好难噶嘛，系咪先？大家都咁多人。咁好啦，你而家孟买又话多咁多富豪，多你一个咁大把啦，多你北京啊，咁即系证明啲咩啫？即系证明你贫富悬殊严重咯，你人均都已经系搵少过我哋咁多啦。加上你印度，佢正常嚟讲，佢大城市系得两个，就是、新德里同埋孟买两个嘅啫。我哋中国可以算得上系一线城市，系有四个，北上广深，再加。一个咧特别行政区就叫做香港，咁我哋唔计澳门啦，因为澳门嘅人口好少嘅啫。澳门系啊，咁印度系冇一个城市可以同我哋中国嘅四大一线城市以及系特别行政区去到比较嘅喎。系啊，咁啊，咁又好难比嘅。你知道我哋求其一个城市，连韩国都可以 K.O. 嘅。系啦、啊，我有一个广东省啊 ，K.O. 好多欧洲嘅国家添啊。咁而家佢又话，哼，咁我孟买嘅富豪多过你啊，多你一个咁大把啊，就系、是，都值得佢哋讲好耐噶。咁之所以系咁样咧，你试下攞嚟同我哋香港比较一下，系啊，你同北京比，北京系一个政治中心嚟嘅。系啦，咁咧嗱，仲有头先咧，我哋就未讲完啦吓，将呢个莫迪咧嗱，而家咧佢结合咗咁多样嘢啦，佢咧就。将啲口号讲出嚟咯，开始，佢话
而家我哋印度就唔同以前噶啦，印度就好唔好彩，冇赶上咧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梗啦。因为当阵时咧，佢就话啦，印度系俾人殖民紧噶嘛。但系而家唔同啦，而家全世界都进入到数字嘅呢个元素嘅年代，数字化，数字化，所以咧亦称为啊第四次工业革命。我哋印度咧一定要赶上呢一个第四次工业革命，全面数字化。系啦，而家咧我哋嚟紧嘅印度新口号就系要将 AI 无人机民主化。我哋已经咧将 AI 无人机等等嘅呢啲新科技咧，全面地啊开放实行咧，唔会再搞任何垄断。嗱，呢个咧就系佢所谓嘅 AI 无人机民主化啦嘅意思啦。哇，好复杂。我谂到一样好糟糕嘅情况，喺印度出现啦。嗱，头先啊，印度啊，莫迪话嗰啲无人机咧，咪分配落去啲妇女嗰度嘅。系啊，到时咧个景象变咗系乜嘢咧？啊，啲印度人。一想到哪度咧有婦女咧，就那個雷達啦，就望下天邊個方位有無人機先。嗱，嗰個方位頭頂咧有無人機，咦？有婦女喺度玩緊無人機喎、哦，跟住成群印度佬咧就走過去，衝埋去，嚇、啊，衝埋去，不禮貌。又或者咧，啲印度人啊，又揾得有得起錢去買無人機嗰啲咧，就利用無人機就嚟到搜尋有冇啲隻影形單嘅婦女。啊！嚟到犯案，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莫迪如果真系想玩，即系佢想嚟到去玩 gimmick 啊，令到佢咧多啲选票嘅话咧，不如你讲一人一部无人机俾啲吓印度女性旁下身，有咩事咧？呢架无人机咧一键唔系返航啊，一键报警，可以即刻咧去到个警察局度帮佢平安中算。唔系应该搞埋呢个自炒式无人机，一人有咩冲落去同雨滴。再谂啦，好精致嘅嗰个系啦，好多玩法嘅，又可以咧个无人机升咗上去，系啦，嗌个菠萝，嗌救命啊 ，B B 叫啊！但系咧，阿莫迪咧就话，因为我哋赶唔上啊，之前嗰几次呢个工业革命，所以赶上咗噶，今三次讲到第一次嘅，今次第四次嘅工业革命咧，而响应世界潮流就系所有嘢数字化，所以我哋要将我哋国家全面数字化，例如话我哋嘅政治，我哋要建立一个印度式。数字化政府系啊，佢都有咁讲噶，越嚟越离地喎。系咯，跟咩叫数字化政治？跟住佢条僆同佢讲：，喂，老细，你好似越讲唔知自己越讲乜喎？你是但啦。跟住阿莫迪就话：，你有冇睇香港嗰啲剧噶？嗱，最高揸 fit 嗰个咩 number 啊？你最抽得嗰个系咩 number？ 嗰啲天地会而家咪数字化咗咯。系啊。而家莫迪就话：你唔使理嗰啲系咩嚟嘅，嗰啲人都唔识噶啦。总之咧，你样样都话 AI 数字化得啦，即系包括咩啊？即系譬如印度咖喱 AI 化、数字化。佢话：咦，听落咩嚟噶？唔知喎。你唔使理，但系听落好似好劲，咁啊得噶啦。系啦，就系啦。嗱，所以数字化咧，即系咩？即系好 Q 快咁解。系啊，即系政治咧，就系要管人同埋管地方，所有地方同人嘅意见咧。就好快咁達到我哋嘅收納得到，好快咁傳遞，咁就叫全面嘅政治數字化啦，咁樣樣。嗱，唔係真係原話嚟噶，唔係我哋喺度吹水。係啊，係啊。簡單啲啦，我哋將莫迪嘅意思表達啦。十幾二十年前咧，有一樣嘢咧叫厄爾尼諾現象，就好出名嘅。咁咧當陣時咧，有人問咩叫厄爾尼諾現象咧？咁一啲人就唔知喎，咁樣，但係總之聽落就好勁啦。嗱，總之咧，咩叫厄爾尼諾現象？好簡單嘅，即係打風打得勁，嚇落雨落得勁，就乜 Q 都好勁。咁你明唔明啊？咁一啲人話：哦，咁我就明啦，係咪先啦？而家咧，莫迪就係將呢個玩法、呢個套路咧，就擺入去 AI 無人機嗰度啦，係啦。咁佢隔離嗰個僆咧就話：哇！咁啊，莫迪总统你咁劲，你算唔算一个数字化嘅总统啊？佢哋话梗系算啦，你问嚟都多余嘅你做嘢啦，呢啲嘢讲到明啊，侵啦，搞文宣啦，哎呀，真系即系其实擦鞋擦到咁样啊，唔系咁好嘅啊，所以咧而家咧印度啊嚟到全面咧，本身将中国叻嘅嘢咧都抄咗翻去，但系咧就抄个即系牌头嘅啫，冇实质噶，就将佢咧。套入落去咧做竞选口号，
咁咧一聽到咧，哇！印度啊，喺呢個 AI 啊、無人機啊、數字化方面咧，如果全面同中國對抗咧，亦都令到佢啲嗰啲選民咧，好似個個上曬身咁樣噶嘛，就刺激到佢哋咧嚟到哇！為咗要對抗中國，踴躍投票先咁樣咯。我呢啲就民主啦。我呢度想讚，係呢啲真係我好我好唔起，因為咧我你知我讀呢科嘅。社会心理加呢、这个行为心理，其实就是畜心理。咁最应用的就是嗰啲选举工程，都系畜心理同埋假空头。我点解我哋咁爱国呢，就是因为我哋知道边啲人系真系做实事。我呢度想赞一赞咧，标基嗱，佢标基咧，佢其实喺过去啊，由14年，你知道香港系咁搞事啦，即系外国系近呢几年系咁，就是、由特朗普年代开始系咁对中国有呢个抹黑啊、唱衰啊，同埋针对。标基冇跟住嗰个潮流去走，佢不断咁赞中国市场，不断咁嚟中国嚟到进行外访，同埋同人打成一片。当然啦，呢条友唔需要赞佢嘅，因为佢系无宝不落，佢知道佢哋做电脑。即如果佢建立 AI 同埋攞大数据，佢知道咧，佢标基而家就系同 Tesla 老板啊马斯克咧就分庭抗礼啊嘛要。如果佢可以进占到中国呢个庞大嘅呢个人口同埋地方嘅数位世界嘅话咧，咁呢个系佢嘅大山头。然之后佢而家咧亦都同莫迪总统咧嚟到倾大生意。如果两大啊呢个世界最多人口嘅国家，佢都能够进占到佢个数位世界嘅话，喺里边有一席位，亦都系大位。咁呢、这个即系意思，标基又好识谂嘅。系啊，即系如果全面数字化同埋大数据化、AI 化呢啲嘢，都系佢一手嚟到协助一齐带起嘅话咧，即系佢揸住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嘅国家，佢个数据库同埋佢里边嘅嘢咧，可以讲得系绝对是即系劲过马斯克都得嘅，马斯克而家喺美国度系得宠啦，系啊，国防啊、军事啊，各样样嘢都关佢事啦，太空科技样关你事啦。标基要急起直追嘅话咧，就拿下呢个中国同埋印度，就可以同佢呢个世界呢、这个即系科技界分庭抗礼。我谂佢都好难如愿啊！喺中国嘅话，因为而家中国好多嘅初创公司啊。新的呢啲搞 AI 的公司嘅实力都相当强啊！嗯，系咯，系啊，因为好老实讲，真系嘅，中国人搞 AI 或者搞一啲数字有关嘅嘢咧，嗰、那个天分好高啊！点解能够做到同即系美国分庭抗礼咧？美国就因为技术嗰个累积就深啦，同埋佢亦都有嚟自于世界唔同嘅人种，就喺美国嗰度啦，就造成到呢、这个。咁样嘅优势啦，但系偏偏嚟紧，即系正如莫迪话斋啦，未来嘅世界 AI 啊，或者系数字化嘅世界，咁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偏偏系我哋嘅所长嚟嘅。如果佢拿下印度都犀利啦，如果印度，我相信佢可能会扇佢一镬，扇佢一镬，扇佢标机一镬，系啊，即系好似扇嗰啲铁路嗰啲公司。其实咩公司佢哋都扇嘅，印度亦都出咗名系易入难出嘅，有入冇出啦，曱甴屋咁样。喂，呢个真系唔系阿富汗啊，呢个国际呢个大国坟场喺印度。系啊，同埋咧有一样嘢就系咧，可能即系我哋讲下笑啦，唐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啊，譬如莫迪咧就嚟紧话喂。标机你我哋就唔系欧行行嘅吓，嚟紧你入我哋印度市场咧，嗰啲咩高科技我啊听唔明。不过咧，嚟紧有几样嘢你帮我 AI 化咗先。首先就系我哋啲出名嘅产品啦，头先有嗰啲神油啦，系啦，神油 AI 化，神油瑜伽无人机化，哇吓，数码化神油系啦。咁咧仲有咖喱无人机瑜伽，就一定要啦，民主咖喱系啦。帮我整一烹民主加 AI 的数码无人机咖喱，无人咖喱系啦，谂谂到先吓。依、這个时间咧，标机啊，虽然佢都系搞开呢啲啦，但系都拗晒头死啦。喂，好难完成呢个任务喎、啊。
大家標記唔會直接認衰嘅，係啊，標記咁醒，佢本眼冇問題先嘅。不過咁喎，阿莫迪先生，你要搞掂嗰個咧，整嗰個咩啊？整嗰塊麵粉係咪轉嚟轉去嘅？薄餅嗰啲薄餅啊，一塊薄餅係轉嚟轉去，你搞掂嗰個隱無人花先得喎。係啊，佢會幫你度掂㗎啦。佢用無人機嚟領啦，嚟轉啦。係啦，咁仲有咧嗰啲銀河水啊，哇，都係好出名嘅嘢嚟㗎嘛。係啊。跟住阿莫迪就會話啦：人哋中國啊有農夫山泉，我哋都要有恆河山泉。恆河山泉，喂喂，呢個真係難搞。喂，你點樣提煉到恆河水飲得呢樣嘢咧？再加埋日本個概念啫嘛。阿岸田文雄啊，搞嗰啲核污水都咁成功啦，係、嘛？仲、搞到呢個韓國嘅總統都走去飲添。咁我話啫，出去飲，我唔理。我印度都要咁樣做，咁我啲恆河山泉咧就可以賣到周圍都係啦。係啦，咁其實喂，講真嗰句咁啊 ，AI 呢嘢就唔係搞呢啲嘅。仲有喎、印度仲可以有一個品牌喎、同阿標記講，喂，呢期你有冇睇新聞啊？呢期全中國最 hit 嘅話題係咩啊？嗰、那個比我哋印度慳過嘅小米，而家出車出到啊，全世界都知道。嗯、我哋印度都好想出一架車，好似小米咁威，我哋叫佢做大米。大米車啊，印度大米。因為我哋印度多人輪啊嘛。係啊，哇！呢啲咁呢架車咧，佢哋就預意咗一出啫，就多人去到輪住買咁嘅意思，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嗱。我想咧，標機咧要進入印度市場，佢都有啲頭痕噶啦嚇，有咁多古靈精怪嘅嘢要搞咧，仲有喎，要俾人摟走嘅。我諗得太單純，係啊，我醒唔起印度最中意過橋抽板、偷人嘢啊、加碼啊、屈錢啊，乜都齊，啲錢入去咧唔使出翻翻嚟嘅。嗯，係喎，係咪咁容易咧？定係醒唔起呢樣嘢？定係而家都係即係大家互相利用咧？嗱。呢、這個標機去到印度，當然就係想去嚟到去即係睇下有冇生意做啦。其實可能莫迪一心咧都係利用完佢就兜腳踢走佢嘅啫喎。慣常做法咯，都冇試過尊重個合作 partner。或者咁講，標機嘅利用價值咧就未完結嘅喺莫迪心目中，梗係要條傻佬係咁跌先啦咁樣。過橋抽板嘅性格咧喺呢個商業上面係印度人一貫嘅作風嚟嘅喎。冇錯啊！咁啊，我哋之前都報道過好多次嗰啲點樣有入冇出啊，點樣嚟到咧夾硬啊，將你嗰啲企業霸咗去。其實咧，佢嗰個手法咧，絕對唔比美國而家咧想強佔我哋 TikTok 嘅嗰個手法低嘅，甚至乎係核突好多添。因為起碼美國都有個嗰啲咁嘅會要，即係嗰啲議員要投票啊，有啲法案要通過噶嘛。但係咧。印度嗰邊就唔同啦，完全隻手遮天嘅，啊，總之話，哦，我要剁你就剁你噶，冇嘢講噶，依啲就係所謂嘅民主國家啦。嗱，咁樣咧，我哋睇下先，再講唔講多一單啊？定係留翻下一次啦？留翻下一次啦。留翻下一次先啦，嗱，咁啊，係啦，仲有一句説話要講嘅。而家咧，阿莫迪咧之所以話咧對 AI 咁大感觸咧，就係、是、因為佢自己曾經都被模型過啊，俾嗰啲咧深藝嘅技術，即係做嗰啲 AI 片咧，話佢俾人模型過好多次，跟住咧就話咧，哇，連我自己睇都覺得好真，好有得諗。咁如果咧嚟緊咧 AI 啊，能夠將印度咧即係。不同的領域咧，好似深耕技術咁樣咧，都嚟到去做嘅時候啊，咁咧實會為我哋嘅國家咧帶嚟咧一個第四次嘅工業革命噶，咁樣講喎。即係原來莫迪想側線話自己魅力四射，因為俾人冒通常攞嚟做網上情緣陷阱噶嘛。咁佢可能亦都即係可能自嗨咁樣諗啦嚇。咁孤物論點都好啦，嗱而家咧就我哋都。認為到印度咧嚟緊喺依啲日子啊，因為四月去選啊嘛，就會做好多咧針對中國嘅事情嘅。咁大家咧睇完就當算數啦，因為咧其實佢都係為咗搞選舉而做嘅啫。實質係咪真係有啲乜嘢行動？例如話喺軍事上，佢哋夠唔敢喐手啊？嗰啲咧肯定話俾你聽咧，唔夠膽嘅，得個講字嘅啫，做個樣嘅啫。咁嚟紧咧，我哋礼拜一就同一时间继续直播咯，同样时间10:00啊。咁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个东北之旅
已經去到去俄羅斯的海南炮那邊了，那就播一條片給大家看，那禮拜一再見了，好。好啦，而家嚟到呢個列寧像啊！列寧像，佢咧隻手咧就指我一個方向，其實呢個方向咧就係我哋東方，即係話咧係向住中國嘅方向咁樣指嘅。點解佢要咁樣做呢？原因就係當陣時咧，佢就諗住喺侵略嘅時間咧，就諗住侵略整個中國。呢隻手指嘅方向即係面向東方意思。即係侵略整個東方咁嘅意思，就係、是、咧當陣時列寧啊，佢自己嘅嗰個大相頭嚟嘅。咁我哋而家都嚟到啦，嚇、啊！當然呢個咁嘅所謂嘅佢嘅願望啦，係冇實現到啦，咁啊只遺留咗一個像，呢啲已經已成歷史噶啦，而家已經成為咗遊客打卡嘅地點。不過其實，都冇乜人嚟嘅啫，因為講真呢度咧好少人到。我諗咧，我哋成個香港嚟計咧，我哋都叫做係第一團咧，係嚟到呢個俄羅斯海南炮噶啦。周圍嘅人咧都當我哋咧係奇怪嘅生物咁睇，就可見到咧係真係冇香港人到。我哋而家咧離開嗰個列寧像之後咧，四處尋幽探秘下，去到一個咧俄羅斯不知名嘅公園。啊，呢度咧完全係不知名嘅，亦都冇人到啊！嚟個深度遊啊，睇下呢度啲人啲生活狀況係點嘅。嗱，呢個公園真係咧當地嘅居民去嘅公園嚟嘅。哇！結曬冰。仲有人在度玩咧，頭先有兩個俄羅斯妹啊，走咗嘅。咦，我哋見到我哋嘅國旗喎，中國國旗喎。而家我哋終於可以望翻對岸，即、就、係、是、我哋中國方向喺呢個位置。咁如果咁計咧，我哋對岸真係啲樓高好多喎，密集好多喎，中國嘅位置。我哋喺度兜個圈，呢度我哋亦都要留意一下我哋啲車有冇走到，一陣間賣甩咗我哋啊，慘啊！都唔知點算，電話又收唔到喎，而家咦佢哋見到我哋即刻走啦，係非常怕走。咦我哋要揾翻條回頭路啦喎，開始。仲有咩靚仔靚女嘅話，我係再同大家追擊下。而家得兩件睇你先。澳洲的南方主要發展農業，是遠東農業中心。在你們面前幾個農作物樣品樣本，這是小大麥、豌豆、燕麥、小麥。嚟啦，開始。澳洲不含有恐龍化石成分。在你们下面可以看到，恐龙的大腿骨，恐龙大腿骨，恐龙大腿骨，恐龙大腿骨。看没到。在后面有几个古老的化石，孟王山的城墙。好啦，我哋而家睇到进入咗俄罗斯呢个市嘅博物馆咧，我哋见到一幅地图。咁呢幅地图咧，系当然系喺佢哋俄罗斯嘅角度嚟睇噶啦。咁所以见到中国呢度系白色嘅，但系每次我见到类似我哋叫做远东嘅地图或者叫东北嘅地图咧，我哋都会谂到一样嘢。呢一样嘢咧就系挥之不去嘅，就系咧。以前呢啲地方呢度啦，包括紅色呢笪地方，咁樣打橫斬埋佢咧，其實呢啲地方以前啊都係我哋嘅地方嚟嘅，包括呢個富葉島啦，
呢個海慶湖啦，啊，仲有呢笪呢啲地方咧，其實以前全部都係所謂嘅外東北，只不過咧係被不平等條約割讓咗出去嘅。呢啲就係包括到呢，這個北京條約啊，同埋我哋琴日所講到嘅外徽條約，都係割咗呢啲地出去嘅。其實每次我睇到呢啲地圖咧，我都忍唔住係諗到呢啲嘢嘅，所以咧。當然他們的角度有他們的解構，但是我們都有我們的解構，所以來到這裡都是一句無忘國耻，那就要發奮圖強了。古代的猛馬將，猛馬將就是那隻長毛將的一些影像，哇，他的牙真的很長，相當長的猛馬將。那這個呢應該是古代的長毛犀牛，所以呢你看到呢，其實這些真是極寒之地，咬咬不入啊，咬虎都是東北虎來的，其實這些都是好寒。我們看看這個野豬皮，看看它有多厚，哇，鞋霎霎得來，好厚好厚啊，好厚啊，咬唔入啊，唔怪之。嗱，呢個就相對薄好多啦。呢，這個小熊貓皮，哇！呢，這個直頭最公平啲字噶啦，好粗啊！哇，仲唔公平？啱啱都打曬，因為兜個圈喺嗰度。嗱，呢只咧，呢只熊咧叫烏蘇里熊啊，咁咧都喺東北一帶咧好 common 嘅。咁咧呢只熊咧。佢唔係話好大好大隻嘅啫，咁可能有個人咁高咁上下。咁樣呢啲熊啊比較細只啲，不過咧，如果你覺得咁樣細只咧，不妨就睇下。咁我係睇到一隻鹿咧，相當之大隻一隻鹿咧，唔講唔知，以為只馬嚟。佢嘅身形咧，如果係俾一下我喺呢度咧，應該會睇得清楚啲。呢只鹿好大嘅身。非常之巨大，猛禽，只咩？嗰啲叫山貓嗰啲。山貓啊，係啊，山貓。蛇嚟啊，呢只應該。嗰只甲蟲識飛㗎。哦，呢個嗰啲叫獨角仙。獨角仙，呢個唔係。都係嗰啲嚟嘅。好貴啊！啲咩啲好值錢嘅，好值錢嘅。呢只鹿同頭先嗰只鹿，哇！幾鬼大隻嘅嘢，係咪真係咁大隻？我諗係。今日好恐怖，成只馬咁樣。翻嚟查下先。啲熊咁大，呢啲熊。都是呢頭啲生物嚟，大慶安寧嗰啲野豬皮原來仲厚過熊皮。如果咁樣睇，都厚，但係冇野豬嗰啲皮咁厚。好啦，我哋而家呢度咧見到普京喎，應該就係同當地嘅官員開緊會嗰啲影像嚟嘅。呢度就係嗰個博物館出面咯。即是話普京都嚟過呢度嘅，普京都嚟過呢個博物館嘅。我都唔夠膽擺啊！以前呢度啲人、啲原住民嗰啲樣出嚟，黐咪全部都係我哋呢啲樣嚟。睇下有冇呢啲相？冇啦。佢哋真係好似，佢哋真係歐洲人，係歐洲種，習慣一模一樣，即係幾乎嗰啲友仔嚟嘅。係啊，哇！喂，呢啲咪蒙古佬咯？係啊，蒙古啦，呢啲佢哋好驚蒙古人嘅。依中式嘅船嚟嘅，但係我唔識睇呢幅嘢。
蒙古喎、啊，呢、這個係應該寫。應該都係顯示呢一大。嗱呢啲啊，呢啲咪嗰啲原住民。依度啲原住民係依啲樣噶嘛，亞洲人嚟噶，你睇下邊係佢哋俄羅斯嗰啲樣啫，全部中國人樣嚟嘅。哦，呢、這個咪呢咪庫頁島咯，係啊，你睇下嗱，全部都係我哋呢啲樣，依個仲唔係？依個仲唔係？冇俄羅斯人噶、啊，根本依只成幅圖都冇俄羅斯人，你話係嘛？上啲嗰啲凍啲嗰啲地方嗰啲都係，哦嗰只鹿啊，麝香鹿啊，其實都係蒙古啊，同埋呢個嗰度叫咩？滿族嗰啲人啊，滿族嗰啲人嚟嘅，以前佢哋啲武神。1682阿尔巴津堡垒的布局，这个是不是俄罗斯人兴建的？这个时间就是去侵占远东的时间，那时我们是什么？刚刚清朝入关的嘛。哇，喂，坚这支大炮有一架火龙船，明轮啊，呢啲名啊！你依圖畫即係入侵遠東嗰時候嗰啲畫作嚟啊！依、這個啊擺到明就係、是、走去侵佔我哋噶啦！佢哋影響我哋清朝嘅時候嗰啲樣就係咁嘅樣嘅。啊，呢度當然就係俄方代表啦。咁又好明顯咧，佢依度仲有介紹嘅，就係、是、簽訂應該咧佢。呢一幅圖咧係想講話簽訂一啲不平等條約嘅時間。不平等條約都有分幾種啊，即係最屈辱嘅就是北京條約同埋愛西條約。另外我唔知佢呢度係咪想表達咧簽訂呢個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相對嚟講咧係俄羅斯同埋滿清叫做比較公平啲嘅劃界嗰陣時嚟嘅。哇！啲漁民。都不知道寫什麼這份條約、啊、可以按回來看、啊、尼布楚條約呢他們俄羅斯又覺得是不平等條約來的，即是對於他們來說很搞笑的。那我們看看個畫界大概都估到的，哦這個不是了，這個應該是不平等條約來的。